第一章，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什么是厌女症？Misogyny 意为厌女症，可很多有厌女症的男人其实喜欢女人，明明厌女却又喜欢女人，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Misogyny 还有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 迷你群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那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如果男人身体中不具备这个机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置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 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换个更浅浅显的说法。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有一次也没有庆幸过没身为女人的男人吗？有一次也没有抱怨过身为女人吃了亏的女人吗？喜欢女人的男人有厌女症，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misogyny 这个英文单词不好译，还有一个说法是 women hating。要是说好色男人是憎恶女性的人。 读者可能会更加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吧。让我们想想那些被称为姓豪的男人，他们喜欢夸耀干过的女人数量，其实这等于是在坦白自己就是那条巴甫洛夫的狗。只要对方是女人，无论是谁，就都能发情。对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器官，甚至女性的符号或片段的肢体部位，都会条件反射的自动发生反应。 其实，他们反映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如若不然，是不可能把所有女人都融入女人的范畴之中的。森冈正博的《无感男人》一书是男性学的成果之一，他在书中就这样一个问题自问自答：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不，我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 他坦率地承认了他对超短裙的恋物癖欲望，无论超短裙穿在谁的身上，男人还是女人，即便知道其实是男人，还是会对超短裙这个符号发情。恋物癖是一种通过换与关系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看来，男人的恋物癖欲望的身体化程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使是片段的女性符号，也会轻易而迅速的发生反应。 就如自动机器一般，为避免误解，应该再说一句：恋物癖并非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连巴甫洛夫的狗也是学习规则的结果。吉行纯之界与永景和风，一说起喜欢女人的艳女症男人，伴着苦涩的滋味浮现在我的头脑中的。 便是吉行纯之介，吉行是文坛著名的风流公子，据说很得女人喜欢。他描写的是娼妓的世界，即出卖身体为业的内行女人们。其成名作《咒语》曾获芥川文学奖，据说是意识到永井和风的《莫东启谈》而写的。永井也写做身体买卖的女人，好色的艳女正男人都喜欢娼妓，他们的喜欢。 并不是把娼妓当作人来爱，他们喜欢的是对用钱买来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让他们甚至身不由己地主动服从自己。被视为永井所做的《榻榻米房间密稿》，写的是让卖身女人因性快感而达到忘我的嫖客达人的文化，是一个将终极的男性支配通过语言来实践并完成的文本。 奥本大三郎对《急性纯之介》的评语是：“毋庸置疑，属于艳女思想谱系中的作家。”他还加一句：“可是有艳女思想的人，却又不能不在意女人，这便成为他们的软肋。”奥本嘲笑《急性》的女性读者增多的现象，那情景仿佛小鸟停在猎枪上。奥本一语道破了好色男人的艳女症。 好色男人的厌女症之谜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否可以说，因为他们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不得不依赖他者女人这一悖论非常敏感？换个说法是，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时，都不得不依赖女人这种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动物来满足欲望。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怨与怒，便是厌女症。 男人们在内心深处某个角落一定想过，要是能不靠女人自己也能过，该多好。所以崇尚少年爱的古希腊人的厌女症，比异性恋的现代人更彻底。我对美化男性性的同性恋者持不信任态度，便是这个原因。约二十年前，我和富冈多惠子、小仓千佳子三人合著出版了《南流文学论》。 那本书开篇便拿《极刑纯之界》来开刀，是因为我对他抱有满腔怨恨。虽然我并没有受过极刑本人的性骚扰，但却不能不忍受来自极刑读者的同龄男人们的近似性骚扰的话语。他们对我说：“去读《极刑》，读了你就懂得女人了。”甚至有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女人而研读《极刑》。的确，别的女人在床上的举止。 不问男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要向女性经验丰富的男人请教。不过，他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里描写的不是真实的女人，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当然，即便如此，女人可以从中学到配合男人、当他们的合眼伙伴的智慧。把即兴的书当做这种教科书来学习的女人也会有的吧。 吉行仅仅因为性交的次数多、人数多，并将那些经验当作小说的主题，便在文坛上被视为精通女人的人。性交过的人数多，实在不足为夸。尤其是当对方是内行女人时，夸耀的不是性能力，而是权力和财力。身为作家吉行荣助和成功的美容家吉行安久利这对夫妻的儿子。 吉行是衣食无忧的公子哥吧？女人是会轻易的屈从于权力、财富和权威的。吉行在银座的酒吧深得女人喜欢，还不单因为花钱大方，更重要的是他对作家头衔的自我介绍吧。现在的流行作家渡边淳一也一个样。当年永井和风去问访花柳巷时，总是隐瞒作家身份。 仅仅因为善于应对女人而大受欢迎，可没听说过吉行和渡边有此类逸闻。吉行有妻室，但同时又与另一位著名演员过着俨然夫妻的生活。他死后，有个女人自称是其小说《暗示》里的女主人公，所以世人知道了他晚年还养了一个女人。《暗示》几乎就是写实的四小说，女演员自己有经济能力。 但另一个情人靠吉行包养，本来这个情人与吉行两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是完结在暗示之中，那就应该保持沉默，封存起来。但他那份做过那个吉行的女人的骄傲，让他不公诸天下便得不到满足。吉行死后，他把两人的暗示生活翻来覆去的写了好几本书。 我很难忘记曾经读过的一个娱乐界笑星在一家周刊杂志上的一篇随笔。此人现今名气很大了。他说，在他陷入自卑低潮的时候，他就翻出笔记本，找出女人们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挨个打电话：“我是艺人某某，现在没空来哄你好听的话，限你多少多少分钟之内自己赶到我这儿来。”如果确有女人来了，他才终于感到，看来我还能行。 从而安心。读到那篇随笔时，我被那个艺人的过分坦白吓了一大跳，也知道了靠人气吃饭的男人心里之脆弱。接到电话就赶来的女人，只是冲着艺人的名气，不是因为他的人格或身体。因为是名人，便欣然前往的人，与等候歌星、球星叫陪床的追星粉丝没什么两样。对于打电话的男人，女人换谁都无所谓。 同样，对于女人，对方也不是一个特定人格的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道理，男人当然完全懂，但他还是要为有女人愿来而得到安慰治愈。这时，男人想要确认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声、权利的符号效应。我当时的感想是：男人的性的异化已经深刻到这个程度了吗？吉行纯之介的小说《沙石上的植物群》。 里面有个情节是，一个郁闷消沉的工薪族走投无路，便去找娼妓，在女人身上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其实，娼妓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而存在的。在吉行看来，女人不但不反抗，反而完全接受，甚至转换为自己的快乐。女人就是这么方便的一种东西。女人被男人当做发泄。 郁闷愤怒的垃圾场，可如果那是女人自己想要的，甚至还很享受，男人就不必背负罪恶感了。而当女人不再痛苦，发出欢喜的呻吟时，男人又在心中感叹：“女人这东西真是妖怪魔物。”由此将女人放逐到未知的世界里去，这样男人便把女人双重的他者化了。 即行的这篇小说是否基于真实，我无从得知。不过很难想象嫖客还介意娼妓的快感，而且女人是否真的得到快感，不问本人谁也不知道。那样的女人也许的确存在，不过即使没有快感，发出欢喜的呻吟这种小动作也是女人的拿手好戏。根据新摩尔报告，斑边六成以上的女人。 回答假装过性高潮，其中七成以上确信男方没看出是假装。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出现的《海地报告》一书，是对女性性生活的大规模调查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效仿该书对日本女性性生活时态所做的调查，《及摩尔报告》《新摩尔报告》为改定版。有男人夸口能识破女人的伪装，其实。 不过是你哄我骗，真相谁也没法知道。有些标榜反世俗姿态的所谓性探索小说，其情节展开与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相似的令人吃惊。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首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 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有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终极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 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成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地点。我那活好女人离不开，不想这样夸口的男人有吗？在这里应该陈述一个事实：女人的快感并非如此便利的东西，因为这种幻想被散播的太广。 我担心有人会真的相信，疾行就是散布这种性幻想的犯人之一。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对此确信不疑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他们就是那些以为读了疾行就能懂得女人的男人和女人们。这种话语对男人来说不过是一种便利，可对于女性却成为一种压迫，因为女人们会想：我不能像疾行笔下的女人那样得到快感。 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女人，我还不够成熟？让女人去读《极刑》的男人们，不过是想大量产出便利于自己的女人。事实上，读了《极刑》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性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 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服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发现。在即行的心目中，其实有个对手，就是他封为范本的。 被称为置身陋巷的反俗作家永井和风，作为战后文学第三新人成员之一的吉行纯之介，不过是即将被日本文学史忘却的二流作家。但永井和风不同，永井是至今尚被反复回顾参照的文学史上的大师。清末永井以之为母本的男性写手，远远不止吉行一人，至今不绝。 这让我不得不忧虑奥本大三郎所说的“艳女思想谱系作家的再生产”。永井也喜欢女人，他出没于花柳巷，比起当娼妓的客人更喜欢做娼妓的情人。与吉行不同的是，永井隐去作家身份，以职业可疑但性情很好的大叔面目出现在娼妓们面前，他颇颇得他们的喜欢。当然，花钱大方可能是一个理由，不过。 他从来不以社会地位做诱饵，却能得到娼妓们的情人待遇。吉行看到成了自己情人的娼妓去接别的客人，会感到嫉妒；但永井看到相好的女人有客来，会节制地躲起来，不打扰他的生意。不难想象，比起吉行，永井更精通男女之道，更会把握女人性爱技巧，亦应非同寻常。据称。 他曾将竭力自我控制、不去达到高潮的内行女人，身不由己的引入高潮。看到这里，是否会有读者在心里想：真想和这种大叔交朋友？可是，要是我说永井也是艳女思想谱系的作家，是否有些难以理解？在《莫东启谈》中，永井对陋巷中的女人这样写道：“胡年少时便如烟粉之相。” 至今未悟其非，曾因一时姻缘，随女所愿纳入家中，使其把咒持家，然皆以失败告终。彼女一旦境遇得变，不再以身为贱，便一变而为不可交之懒妇；若非懒妇，则成不可遇之悍妇也。虽然永景为了接近昌妓而隐去身份，但自从有次被警察盘问之后。 便很小心周全地把证明自己身份的印章、印章证明和户籍抄本一直随身携带。当然，这是为了向警察显示自己本为有相当身份地位的绅士，并非真正属于出入此等陋巷之辈。也就是说，永井一面与陋巷中的女人们交际，同时手持自己属于另一世界的证明，他绝不会允许女人们越界侵入自己的领地。 所以，他与娼妓们的关系，其成立的前提是把女人视为全然另一种人种，并非以同等高度的视线在与他们交往。如永井这般，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的女人表达同情，聆听他们的不幸身世，便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即便这样。 有时也不过是逢场作戏。昌妓根据客人爱好编制各类绅士故事，讲给客人听，让客人当好人，给客人增值。这实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商业行为。永井绝非不安此道的纯情少年，当然不会把昌妓的故事全盘当真。莫东启谈中有个叫阿雪的女子，她向永井表现出超乎游戏的纯情，结果正如永井自己承认。 非但玩其身，连其真情一并玩了。逃离女人的男人们，即兴全知界的作品让人读着生气，不过也可以换个读法，当做男人性幻想的合适的文本。这么一来，即兴的书就成了令人吃惊的、赤裸裸的暴露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好教材，愤怒恶心的阅读体验。 也变成了一种学习型的阅读行为。实际上，倘若不这么转换思维，大多数男人写的东西是不能心平气和的读下去的。就连在诺贝尔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也如加藤秀一所言，随处可见对女性主义充满戒备的奚落和露骨的厌恶同性恋的言辞。所以，与其每次恶心生气，不如换种思维。 就像萨伊德对东方主义所言，不把男人的作品视为关于女人的文本，而是当作关于男人性幻想的文本，那么便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些文本中，对男人这个谜，他们谈论的很坦率，坦率的让人吃惊。对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就有一个这么来读的文学研究者水田宗子，他在。 《逃亡女人与逃离女人》一文中写道：“说男作家没有理解女性，没有写出真实的女性，没有把女性作为一个人来写，这种指责本身是正确的。可是，作为对男作家的批判，则不重要害。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揭示出男作家在编织男人内心世界时所抱有的关于女人的梦想的构造。” 男作家们随心所欲的在女人身上寄托梦想，随心所欲的解释女人，正是他们所描写的梦想中的女人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才是男人们的内心风景更为绚丽多彩。我把这段文字视为对我们的男流文学论最痛切的批判。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的谈论他们自己。 正如水田此篇论文题目所示，他用“逃亡女人”和“逃离女人”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这个模式或许稍许过于大胆，却是让我茅塞顿开的一大发现。水田说：“近代男性文学中的女人，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与寻向这个空间，可在那里遇到真实的女人。” 发现对方是不可理喻、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尝试再次逃离。这种逃离是逃离家庭，还是逃往家庭，则因时地而定。逃离家庭很容易理解，但逃离之后，他们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于是又再次逃离。经过这番解释，让人一下读懂了好多近代男作家的私小说。 吉行的作品也不外这个类型。关根英二，我的同代人，一位日本文学研究者，曾一度沉迷吉行，后来终于毕业。他坦诚了吉行作品对男人们的巨大魅力。关根的论文集书名为《他者的消失》，这个题目意味深长。将女人他者化，其实是把女人归入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之中。 这样的他者既充满魅力，又可以轻蔑。无论是视为圣女来崇拜，还是当作贱妇来侮辱，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据说，史关根从即刑毕业的原因是与一位美国女性的恋爱和结婚。因为这位来自异文化的女人不断坚持：“我不是随你所愿的他者。”这里出现的他者是真正的他者，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 一个全然不同于自己的怪物。在南流文学论中，我把岛尾敏雄的《死极》视为日本近代文学所达到的一个高度。在岛尾的那部小说中，他逼真的写出了妻子作为异形他者的根本状态。作家没有企图逃离。我那么推崇他，是因为深深知道这种状态在男人中是多么罕见。 水田还将他的分析再往前推进一步。他问：“女作家又如何呢？为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也梦想了男人吗？”答案是完全不对称的。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他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他们自身。水田轻松的得出结论。 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秋莲在性幻想的构成性别也如此不对称。斋藤环有个深具慧眼的发现，他指出对偶幻想是男人做的一个梦。当然，也许会有女人陷入男性的性幻想之中，愿与男人一起合作，扮演男人梦想中的女人，但今天的女人已经不想再干那种蠢事了。 他们已经开始退出男人的脚本了。如今，男人从现实中的女人逃离，而去向虚拟空间中的女人萌情，今夕无意也。第二章：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男人的价值有什么决定？当我看着男人，经常不由得想。 男人其实更喜欢和男人在一起吧，男人之间一起共度时光，比跟女人在一起时更舒畅快活吧。女人的价值由男人的选择而定，可男人的价值不是由女人的选择来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异性恋的秩序对于男女是不对称的。那么，男人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在男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中决定的。 对男人的最高评价是来自同性男人的喝彩吧，就像在古装武打片中可以看到的场面，两位高人交手，打得难分难解之际，对方逼近过来，在耳边低语：“你这家伙还真行。”那种悸动的快感是女人的赞叹没法比的。我不是男人，不知道男人心里到底怎么想，但是我这样推测是有根据的。男人。 喜欢在男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中，自己的实力得到其他男人的承认、评价和赞赏。在霸权争斗中，有为地位的权力斗争，有为财富的致富斗争，有为名誉的威信斗争等等。如果在霸权争斗中获胜，作为奖励品，女人随后会自动跟来。直到最近是如此。火力门公司原社长库江贵文的豪言。 女人跟着前来未必是夸张，男人喜欢成为英雄，女人喜欢英雄的男人。若想得到女人，先在男人之间的霸权争斗中获胜更为快捷。英雄身边美女成群，男人在意女人的评价，是在女人凭自己的能力获得地位、财富、名誉以后的事。与之相应的情景，在女人世界里不会发生。女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 不会只在女人的世界里完结，一定会有男人的评价介入，将女人隔断。至少，男人认可的女人与女人认可的女人评价标准不是一致的。男人之间的这种强有力的纽带，我长久以来误认为是同性恋。男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被称为同性恋，会与这种同性恋相区分，将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称为。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是赛基维克，在日语中，homosexual 被译为同性爱，但 homosocial 之间还没有恰好对应的译名。赛基维克的那本书书名译为《男人之间的纽带》，那种译法也许是最恰当的。homosocial 与 homosexual 两者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为了尊重这种语感。 我就不勉强译成日语的合适词汇，而直接使用表音的片假名。男人纽带的成立条件，前面我写到，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就是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压抑了性存在的男人之间的纽带。性存在是什么意思？弗洛伊德将生的欲动。 分为自我确认和性欲发泄两种，前者意为同化，后者意为欲望满足。社会学学者作田启一用最为简明的说法，将这两者表达为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在出生于父母之间、成长于三角形家庭中的孩子里，渴望与父亲同化、拥有母亲替代者的人，就成为男人。 而渴望与母亲同化、拥有父亲替代者的人，就成为女人；因为无法拥有现实中的母亲，便寻求母亲的替代者为妻的人，就成为异性恋的男人。同时，发现母亲与自己同样没有阳具，而渴望父亲的阳具的人，则通过寻求儿子来作为阳具的替代品，从而实现与母亲的同化。这就是异性恋的女人。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把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成功的分别投向异性双亲身上的人，才能顺利的成为异性恋的男人或女人。这种精神分析的成长理论不给人们成为男人或女人以外的其他选择。不过，这种理论也承认，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会有失败的可能性。弗洛伊德的成长理论。 本来没有生物学宿命论的因素。顺便一提，将弗洛伊德理论彻底的符号化了的精神分析家是拉康。斋藤环的《拉康为了活下去》一书，正如作者自负的那样，的确是解说拉康的最好懂的日文书。读了他的书，弗洛伊德理论会更容易理解。那么，同性恋者是怎样的人呢？按弗洛伊德的说法。 是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这两种性欲望的分化失败了的人，也就是说，男性同性恋者就是将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双方都指向了同性男人的人。可是，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分离的。想成为像那个人一样的人的强烈渴慕和想拥有那个人的热切可念。 这两种欲望常常是重叠的，赛季维克指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包含有同性恋欲望，两者是连续体。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包含有同性恋欲望，是一件伴随危险的事，因为成为的欲望是通过与对象的同化而成为性的主体。 而拥有的欲望，则是通过将欲望指向对象，而将对象作为性的客体。因此，不能把同化对象的他者，同时也作为性欲望的对象。童话是指通过成为那样的人来成为主体。在异性恋秩序中，儿子成为男人，也就是与父亲的童话，即成为像父亲那样拥有女人的性的主体。 一部男人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为调整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受苦的历史。福柯的名著《性史》一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在古希腊，性爱的最高等级是同性恋，准确的说，是对少年的爱，不是成年男人之间的性爱。作为自由民的成年男人，能获取的性对象只限于少年或奴隶。 双方关系是不对称的，女人只是为自由民男人生子的工具，被视为与家畜奴隶同等的财产。异性恋对于有责任的自由民男人是一种义务，少年爱才是他们高贵的权利。为什么说古希腊的同性恋是不对称的呢？因为使用阳具的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是一种单方向的关系。 被插入者被视为居于列位，换个说法是，插入者是性的主体，被插入者是性的客体，两者角色不能混淆。其中，如果是自由民少年基于自由意志主动选择成为性爱客体，那便被视为最高价值的性爱；奴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与奴隶之间的性爱价值就低了一等。 自由民的少年虽然处于被插入者的地位，但长大成人后可以将其他少年作为性的客体，那时他自己就成为了性的主体。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之间的纽带。你这家伙还真行的赞许，便是这种主体成员之间的互相认可，也就是好让你加入男人世界里来的盟约。在这个由主体成员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互相沦为性的客体。主体成员的客体化现象一旦发生。 结果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赛季维克还指出，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欲望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要否定自身本来有的东西，比起排除完全抑制的东西。 其行为不得不更为激烈。正因为如此，那家伙是个同性恋，就意味着丧失在男性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成为男人之间最大的辱骂。将不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 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及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及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知，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 是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性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之间的互相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拥有至少一个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拥有一词很确切，像个男人的证明，就是把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这种判断标准至今仍然有效。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的说，就是歧视、蔑视。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 这就是赛基维克教给我们的精彩的理论。上述理论术语可以换成更易懂的口语化表达，即：互相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的将之排除在外。 这反过来证明，男人这个东西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不过，对于这种排除中间项的性别二元制所具有的普遍性，有人举出反证表示怀疑，比如德勒兹、加塔利等人所说的 “n 种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只有男人和女人，还存在被称为第三性的非男非女的中间性别，如北美印第安的。 博达切、印度的海吉拉、汤加的法卡莱奇等特定人群，可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人群都有以下共通点：第一，他们在生物学上是男人；第二，他们通过女装等女性符号而被女性化；第三，他们常常不仅担任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向男人卖身。总之，他们是。 虽为男人，但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被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义完全就是向男人提供服务的性的客体。这样的第三性常常被当做 n 种性的存在证据。可是从以上分析可知，称为第三性是一种误导。他们不是位于男女之间的性别，而是从属于性别二元制之下的次等范畴。 只有男人才能转换为第三性，而女人却不能。这反过来证明了性别二元制是何等强固。安种性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却不存在。由此亦可得到反证：男人的性的主体化认同是以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而成立的。性别分界线因为可能产生混乱，所以必须严格管理。明白了这个道理。 许多现象便迎刃而解了，比如为什么战争中的强奸常常是当着其他同伴的公开强奸，或与同伴一起的轮奸？在这里，性行为没有私密性。岩板地在《男性神话》一书中回答：，战时强奸的目的是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我们没必要发出“男人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吗？”这种天真朴素的疑问。 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正是好承认你也是个男人的条件。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战时强奸其实质是日常和平时期的轮奸的延伸形式。这里我想起了早稻田大学一个叫 Super Free 的学生俱乐部的强奸事件，我曾有机会读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录资料。 那份资料记述的事情如下：在一次晚会上，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用度数很高的酒把女生们灌醉，在他们几乎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会员们集体把他们轮奸了。年长的会员说：“要让从地方来东京念书的后辈尝尝好滋味，唆使他们下一个该你了。”对这种男生，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即使面对的是烂醉如泥。 口吐秽物、丧失意识、全无反应的女体，居然也能勃起？我们该说现在的青年男子的性的主体化确立到了如此地步吗？现代社会存在草食男，反之也在产出野兽男。在我的研讨课上写过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的学生，由此得出结论：狭隘的特权意识。 男人气在共同犯罪中产生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连带感，堪称绝妙的劳务管理术。劳务管理术与军队士兵管理术何其相似！男人一直在谈性吗？再举一个事例：男人之间的下流化，所谓下流化就是男人共同把女人作为性的客体，将之贬低，用语言加以凌辱的一种仪式性交谈。 不要以为以下半身为话题就等于下流话。下流话自有一套规则和程序，是男人作为性的主体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加藤秀一称之为“男人话语”。我一直有个怀疑：关于性，男人们虽然看起来谈了那么多，可对自己的性体验，他们其实并没有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词汇。女人一直忌讳言及下半身和性器官。 因为只要一开口，就只能使用充满男人的侮辱的词语，想说的话也踌躇着说不出来。比如，在日语俗语中，“性交”一词，性行为用女性性器官而不是用男性性器官来指代，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例子。女性的性器官直接成为性行为的代名词，表明女性性器官完全被视为男人欲望的客体。 仿佛不是女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将女人的性器称为阴部，性毛称为阴毛，也妨碍了女人面对自己的身体。直到最近，女人们才终于开口谈及自己的身体和性，相互都为这种体验的新鲜而惊奇、兴奋。其中的代表作有《海蒂报告》《身体》《我们自己》等书。每当听到有人说， 女人终于开始谈性了，我头脑中便掠过一个疑问：那么男人呢？男人们真的谈过性吗？看似那么喜欢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去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于男人的性的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迪耶美穗。 是关于身体的研究，作为资源的身体一书的编者，他向男性研究者加藤秀一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男人，身体意味着什么？对他的问题，加藤努力而胆怯的试图用第一人称做出回答。提倡身体史研究的迪野一直严厉批评男人身体缺席的现象，他指出。 一说到身体，就不言自明的想到了被对象化了的女性身体。连男性学者以身体史为研究对象时，也从来没人以男性身体为主题。加藤在接受他的批评后，给自己定了一条伦理规则：他把第一人称的身体与第三人称的身体加以区分，指出男人谈论的身体全是第三人称的身体，比如“你也是个男人”。 应该能懂吧？便是一种互相寻求赞同的固定格式的话语。加藤将之称之为“男人话语”。他给自己定下的理论规则就是禁止使用男人话语，探索不用男人话语的可能性。不过，他的尝试态度虽然值得肯定，但其尝试本身并不成功。男人为成为男人而实践的同化与排除行为，不是单独一人能完成的。 社会学学者佐藤玉在《论歧视》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他的关于歧视的定义可以稍加修改为：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面的一个人称为女人，后面的另一个人换为男人，直接就成为对性歧视的定义。 佐藤举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事例，比如男人 A 说：“女人脑子里怎么想的，真是弄不懂。”这句话，不是男人 A 对女人 B 说的，而是对男人 C 说的。男人 A 发出这种话语的意图是想寻求男人 C 的同意，试图和他一起将女人 B 他者化，从而构成我们男人的集体认同。女人 B 这时是否在场无关紧要。 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种共同行为。如果男人 C 回答“对，完全如此”，对男人 A 表示赞同，那么歧视行为就得以完成；而假如男人 C 表示反对，“不，没那回事儿”，男人 A 的男性集体身份认同的企图就在这里失败了。那么，男人 A 为掩盖自己的困惑、恼怒，会转而攻击男人 C 从男人世界的偏离。 怎么，你还是个男人吗？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在不允许中间相存在的顽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离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与佐藤一样，加藤也从画者与听者的共犯关系来讨论男人话语的形成机制。他说的话，男人话语就是指。 这种强迫听者与固定格式同化的话语方式，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的主体的。 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 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第三章，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以圣女娼妓为名的他者化，社会性别、人种、阶级。当我们与他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沟通。 或者想要放弃却理解的努力时，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脱口而出：“终归人种不同，没办法。”像我这样的人，看着男人们，有时忍不住想：急过，怎么回事？真不敢相信是同一种生物。终归人种不同。每当婴儿潮一代被笼统的当做一个整体来谈论时，我一直坚持说这一代男人和女人人种不同，这是忠实的。 坚守浪漫恋爱信念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代，可这一代男女配偶的结局却是同床异梦。一九六零年代后半期，在男女择偶行为中，恋爱结婚的比例第一次超过相亲成婚。在父权家庭中长大的这一代男女，热烈向往自由恋爱的结婚，并付诸实践。没有任何人强迫，明明是自己挑选的人，可是那时自己爱上的，就是眼前这个外星人吗？ 一定有不少的妻子是怀着一种落寞、萧索的心情，在望着饭桌那头的丈夫的脸吧。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把对方当做不可理解之物，将之从我们之中放逐出去的方法，有人种化和性别化两种，这两种方法互为一体，即东方等于女人。这里的东方是异国的别名。 东方主义是将与自己不同的社会他者化的方式。萨义德将东方主义简明的定义为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东方主义就是关于东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它是什么的西洋人的幻想的别名。因此，无论知道了多少东方主义，对真正的东方还是一无所知，知道的不过是西洋人头脑中的东方。 最快炙人口的东方女人，应该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对，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日本就是被表象为蝴蝶夫人。用现在的话说，蝴蝶夫人就是单身赴任的驻外人员的当地妻子。他的情人接到本国的调令后，把他体面的抛弃了。但这个不甘死心却又软弱无力的女人，日复一日望着大海，沉溺于。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幻想之中，无需赘言。这个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脑子中的幻想，而是创作出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脑子中的幻想。对于西方男人，没有比这更舒适方便的幻想了。对方是不能理解的他者，这意味着那既是充满迷幻魅力的快乐之源。 又是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威胁的完全无力的存在。对方不但作为诱惑者主动委身，还在自己离去之后毫无怨恨的继续爱慕自己。对被我抛弃的那个女人所怀有的一点点心痛的感觉，也因女人的爱的伟大而得到净化。还有比这更能满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故事吗？质疑那种女人怎么可能有的声音。 被西方人的巨大幻想所淹没，没人听见。东方主义就是让支配集团不去面对他者现实的装置，所以无论如何陈述，日本女人其实是这样的。这种声音也传播到他们的耳朵里。用更低俗的话说，东方主义就是西方男人的自慰品。我真弄不懂看到这种自慰品还拍手喝彩的日本观众的心思。 我一看到蝴蝶夫人就作呕，根本没法心平气和的看下去。人种与阶级也是合为一体的，在最近的人种研究中，与社会性别一样，人种意为历史建构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常识。人类是一属一种，无论任何人，百分之九十九的 DNA 是相同的，但却偏要制造出人种的概念，用肤色把人区别开来。 所谓性别，就是通过排除非男人即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和女人，来维持分界线，使男人作为男人得以实现主体化的装置。与此同理，所谓人种，就是发明了人种概念的白人通过排除非白人而定义何为白人的装置。白人研究将这些真相接连不断的暴露出来。 身为白人，意味着拥有支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解剖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指出，在这部可称为美国建国神话的国民性小说中，为了确立哈克的白人性。 黑人逃亡奴隶的存在不可或缺。这部描写一个少年成长经历的美国版教育小说，同时也是一个讲述真正的美国人如何诞生的国民故事。通过帮助逃亡奴隶，哈克成了赢得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解放奴隶、保卫民主自由的美国的高贵的白人男性的象征。对于白人性，白人们毫无自觉。 完全看不到他们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迹象，所以才有了由莫里森这样的黑人女性开始的白人性研究。人种这个概念以前的用法与现在有区别，在西方露骨的人种主义偏见传入日本的明治时代，当时的文本中有上等人种、下等人种等用法，实际含义相当于现在的上流阶级、下流阶级、贫困、懒惰、性的堕落。 被描述为下等人种的特征，几乎如 DNA 一般世代相承，无法期待能被改善。比如娼妓产生于下等人种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但在明治时代的话语中，成为娼妓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他们生来淫乱。就连被誉为明治时代第一号女性之友的岩本善治先生，也展开自我责任论，说失身女人。 本身有问题。在这里，我们会想起明治时代另一位著名的男女平权论者直木之圣。直木以言行不一而闻名。作为自由民权论者，他在各地举办演讲会，呼吁男女同权。直木还有一丝不苟的记录每天行动的习性，留下了一部《直木之圣日记》。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夜。 在千日前席上演说，讲男女权论，《朝菊容记》这则日记成为直木刚讲过男女同权便去妓院买娼的证据。为此，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批评他言行不一。可是，对直木本人来说，这种行为不是什么自我矛盾。在他的头脑中，娼妓人种不同，可以任意使唤，根本不能成为同权的对象。 他在别处表示，自己将来的妻子必须是才德兼备、值得尊敬的女性。在一个以阶级的双重标准来对待女人的社会里，直木的言行未必能说是不一致。视之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及一切女人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之后的事。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我在前面两章讲过。 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而同性恋憎恶则可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限的模糊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但是，这种厌女症有个致命缺点：其母亲公然侮辱剩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对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 所以，实际上，艳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吗？性的双重标准告诉我们，这个矛盾其实不矛盾。在艳女思想的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奥托、魏宁格等从十八到十九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领袖们。 同时，也是性的双重标准的发明者。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米歇尔·福柯的大作《姓史》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十九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期，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克多利亚时代式的一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昏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般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互相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了制度之中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剩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 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而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限而让人扫兴。当然，这里的快乐是男人单方面的快乐，男人无需在意女人的快乐。即便如此，“慰安妇”这个词还是太绝妙了，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慰安”当然是为男人之安。 对慰、啊、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正因为如此，当慰安妇幸存者发出声音、留下证言时，他们中有人拒绝那种称呼，声明我不是什么慰安妇。分而治之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互相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剩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下面，让我们以慰安妇的事例来剖析这一现象。慰安妇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慰安妇与非日本慰安妇，尤其是朝鲜人待遇不同。日本慰安妇多为军官专用，被视为当地妻子；而朝鲜人慰安妇则为士兵的泄欲工具。 军队中甚至有朝鲜“逼屋”的隐语，据说“逼”是中文里指女性性器的俗语。这个隐语赤裸裸的显示，朝鲜女性的人格完全被无视，她们被彻底的还原成了一个性器官。就这样，在慰安妇之间画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线，仿佛人种不同就可以不把人当人来看。同时，军队里还有一类女性，即从军护士。 当慰安妇在战场上护理受伤士兵时，慰安妇与护士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护士们为之不快。从军护士们接受士兵的母亲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绝被当作性对象。别把我当慰安妇，成为维系他们尊严的骄傲和自负。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被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有这样的事例。 有的年轻士兵在临死前央求护士让我在死以前看一眼你的乳房，他们中有人答应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性骚扰。其中可能会有因怜悯而同意的，但也有被强迫要挟的情况吧。可是护士的圣女形象使他们倾向于否认自己被视为性对象的可能性。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从军护士留下的记录中，不可思议的。 看不到性骚扰及强奸之类的痕迹，女人的娼妓歧视非常深刻，这使她们连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也感到肮脏，所以对于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愿承认，也不愿告发。我们从慰安妇的证言得知，在人手逐渐不足的战场上，在白天，他们要运送弹药，在后方护理伤病员，并当士兵的性对象。 除此之外，他们还扮演挥着太阳旗、把士兵送上前线的爱国妇人会的角色。这些出身于殖民地的慰安妇们，取日本名，着和式浴衣，拟装为士兵的故乡女性。到了战争末期，他们中许多人与走投无路的士兵们有着同样的命运。在战争期间，日本有两大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国防妇人会和爱国妇人会。 爱国妇人会的成员多为中产良家妇女，而起源于大阪的国防妇人会，则因其中下层平民色彩而获得广泛支持。国防妇人会的人气秘密之一是发明了白色围裙和束袖带配套的制服。白色围裙是一种圣女标志，只要身着这个符号，一瞬之间阶级与人种的裂隙暂时可以跨越。国防妇人会留下的资料记录了这样的事实。 大阪的花柳街飞田地区的女性们，因穿上白色围裙而得以加入国防妇人会的行列。她们为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而感激涕零。白色围裙一时性的遮蔽了良家妇女与飞田女人之间的阶级界限。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如果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贞操不能保证。 前方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贞操问题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国家课题。从事后方史研究的加纳什季代揭露，国防妇人会的一个隐秘任务是以慰问士兵家属为名，监视妻子们的贞操。出征士兵的妻子和阵亡士兵的未亡人，他们的性只能作为妻子和母亲被严格的压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乐。 尽管国家呼吁多生多育，但他们的子宫不能怀上丈夫以外的男人的种子。二战期间的德国，死于战争的男性国民多达五百万。到了战争末期，男人匮乏，鼓励生育的国策难以实施。于是有人献策，鼓励珍贵的纳粹党卫军与后方留守妻子偷情。不过这个对策毕竟太令人皱眉反感，结果不了了之。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对于女人都是压抑，不是只有慰安妇才被压抑，后方的妻子们也被压抑着。女人的性被分离为未生纸和未快乐两种，互相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 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被当做圣女来讥讽而庆幸感激。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的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泯笑行外女人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 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当作性对象；反之，如果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深陷其中。我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 那位绅士目光望着远方。从前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个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他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得那样才好，因为是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他保持纯洁的告别了。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他们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 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那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在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为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脑子出了问题。可是。 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 与前面那位救职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他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之上的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 他只是很好的将女人按用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青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同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按男人需要而定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门第和财产。 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为正妻，与女仆私通，将就成婚之类的行为，都是做事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之举。现在想来，直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吧？正妻无需美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够了，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 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自然不孕率为十对中一对，想要孩子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地区，有的女人即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在娘家。 潘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然后才带着继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的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对少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金的《从变所开始的解放》一文。 那篇文章写于一九七零年，现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日本七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文章指出，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及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及变所。男人心中的母亲或变锁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男人的母亲或变锁意识。 来自将性视之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被当做玩弄对象，还是被选为结婚对象，根源同一。母亲或变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了生殖机。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腹生子。 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出《侍女》的故事是在一九八五年。这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噩梦，在那里有专用于生殖的侍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侍女进行不带快感的性交，让她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噩梦不再是梦，人工受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 不再需要野蛮的性交行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约十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整个村子在中街上的斡旋之下，从事代孕母亲行业的地区。 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亲也无需背负终生责任了。在日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剩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的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去举入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 为星期五的妻子、援交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在分界线的这一边。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用于性目的的身体，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 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 A 子，距离已经不远了。第四章，无人气男的厌女症，性弱者论的陷阱。年轻男性评论家的性弱者论是何时开始登场的呢？在恋爱与性的市场里，出现了规则放松的现象。 随着这种市场自由化程度的加深，由拥有的恋爱资源的多寡，产生了性强者与性弱者的分化。女人的青睐日益集中于一部分人气男，无人气男则越来越无人问津。持这种主张的一个评论家龚台真思说：“寻找性对象的整个体系的自由市场化程度越深，成为性弱者的男人就会越多。” 一读便知，公台这篇文章主语的性别是男人，而这被视为理所当然。关于女人中的性弱者，他们完全没有提及。女人中也有根本不被男人遗顾的性弱者。我在本书后面的第十三章将谈到男人对待丑女人的态度。他们放言，丑女不是女人，不能刺激我的性欲的女人没有当女人的资格。 按照这个标准，女性性弱者连作为选手出场的机会都没有。而另一面的现实是，无论美丑老少，每个女人都可能遭遇强奸。这个事实表明，男人不是对女人的属性，而是对女人的符号发生反应而已。有身体障碍的女性被剥夺了做女人的资格，却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 有智力障碍的女性根本不被视为恋爱结婚的对象，却被强奸而怀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论者把他们也置于性弱者的范畴之中。在性市场登场的选手中，存在着显著的社会性别的不对称。近年来的性弱者论，通过使用“弱者”一词，将这个问题与社会弱者、边缘群体等一系列的问题连接起来了。 他们的逻辑是：弱者的存在是社会现象，是社会上让弱者成为弱者的。所以，社会负有救济弱者的责任。多么奇妙的逻辑！同时，这个逻辑完全不反过来用于女人即女性性弱者，是男人选择的结果，所以男人有救济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的不对称。不过，男人对女人的性的救济。 只是把女人当做欲望对象而已，很多女性性弱者才不稀罕那种救济呢。将性弱者的逻辑以极其单纯的形式提示出来的是以想扇完山真男的耳光。三十一岁，无业，愿望战争一文震惊了男人论坛的赤木志宏，当然被如此粗陋杂乱的言论震惊。 只不过证明了这些男人的完山真男情节和对战争这种挑衅性词汇的脆弱。对赤木来说，这正中下怀，不过是丢下鱼儿，看着鱼儿上钩。他如愿以偿。赤木的文章暴露出极为幼稚的人种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序列观。文中写道：“我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日本男人。” 理应位于在日韩国人、女人因经济景气好转而轻易就职的比我年轻的人们之上，理应得到比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没有正式职业，即使是无力的贫困劳动者阶层，如果社会转向右倾，那我也能恢复做人的尊严。赤木还说，职业女人有义务供养自己这种性弱者。 那么，我想问问他：既然想被养起来，那女人迄今为止在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包括家务劳动、抚育儿女、护理老人、性的奉献、家庭内暴力，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吗？可他对此没有提及。主夫很少，不仅是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是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 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的。其实，尽管对家庭收入毫无贡献，却不承担家务的丈夫，从来就有，只是没人把他们称作主夫而已。从来没人主张过，有赚钱能力的男人必须承担供养经济弱者女人的义务。不仅如此，弱者女人为了被供养，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牺牲，以求被有经济能力的男人选上。 这个事实也没人指出过。赤木出世的不等式为：强者男人大于强者女人，大于弱者女人，大于弱者男人。在这个奇妙的不等式中，弱者男人居于最下位。可是，最弱者女人，即非婚无业的女人，在不利条件下工作并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被有意识的从这个序列中排除掉了。 同时，收入与男人匹敌的强者女人不但是绝对少数，婚后还要在压力沉重的工作之外承担家务，这一点也被他忘记了。而且，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果弱者女人和弱者男人都有这个共通项，那么没有家务负担的弱者男人或许还处于劣势。赤木的论述漏洞百出，可见他对女性的现状既无理解，也不关心。 性弱者论就这样成了对性的自由市场的怨恨之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只要稍稍以性的自由市场为议论的前提，全被当作强者理论而遭拒斥。我本人也仅仅因为在与公台真司的对谈中劝告性弱者磨练与人交流的技能，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本来，性与恋爱都是接近他者身体的技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人际沟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种。既然这是一种社会性技能，那就应该能在社会生活中学会。而嫖娼无疑就是通过金钱媒介，把这个逐渐接近的过程一举缩短的一种强奸行为。性的自由市场，正如山田昌宏所言。 在性的自由市场里，魅力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不过，魅力资源并不仅仅是学历、职业、地位、收入等社会经济资源。高学历、高收入的男性中，无人气男也很多。那么，身高、外貌、运动能力等身体资源就是决定因素吗？没有这种资源的男性中，也有人气男，可见未必如此。 其实，魅力资源不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只对消费者当事人有用的使用价值来测量的。性与恋爱终究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性的市场的规则放松，意味着要求男人们也应该具备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抱怨性的自由市场的人，有个倾向是对规则放松以前的结婚市场抱有怀旧之情。 在从前的好年代，无需年轻人自己行动，自然会有热心的亲戚帮忙介绍对象，不用费力。结果是一个几乎所有男女都能找到结婚对象的全民结婚社会。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在一夫一妻制之下，全民结婚是理所当然，那就错了。在阶层差距显著的身份制社会中，处于上层的男人独占许多女人，下层男人得不到充分的女性资源。 众所周知，江户是一个充满单身汉的城市，妓院就是为他们发展而来的。近代之后，重婚状况也没有消失，即使正妻只有一个，但有本事的男人会包养好几个小妾或情人。进入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后，日本才达到几乎百分之百的男人都能分配到一个女人。洛河惠美子称之为“再生产的平等主义”。 全民结婚社会于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之后便转下降趋势。那个时代并未持久。反过来说，只有在这个时期，性的平等才是成立的。全民结婚社会对女人又意味着什么呢？那是女人被强迫结婚的社会，是女人没有结婚的选择可能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结婚被叫做女人的永久就职。 与此相对，在结婚只是女人的选项之一的社会里，一般而言，女人的结婚率就会降低，离婚率会上升。这意味着女人有了永久就职以外的选择。在全民结婚已经终结的今天，内田树、小田野敦这样的男性评论家表达对人人都能结婚的时代的乡愁；山田昌宏、白河桃子等人提出“寻婚活动时代”。 应该说是一种时代错误吧。秋叶原事件与无人气男，无人气男成为男人问题的关注焦点，是在二零零八年 K 君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伤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用 K 君自己当时说的话，他行凶的原因不是因为考学校失败，不是因为家庭纠纷，也不是因为被解雇失业，这一切都不是原因。 原因只是无人气，没有女人喜欢他。没有女人喜欢，就可以成为无差别的伤害毫无关系的他人的充分理由，当然是难以置信的。据 K 君说，他对自己的外貌怀有自卑情结，他认为就是因为外貌，所以不受女人喜欢。我们不必惊呼这怎么可能。无论这是否为事实，我们只需确认以下两点即可：第一， K 君的思维方式是认定外貌的不理想与无人气之间有因果关系。第二，这种因果关系为他提供了动机词汇，将无人气归因于外貌，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护自尊心的一种安全方法。因为外貌与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学历、职业不同，与后天努力无关，只能怨恨爹妈。也许对于 K 君来说。 他没有学历、职业、收入等其他一切能够吸引女人的条件，在他看来，只有外貌可能成为他翻身的最后资本。可他连这个资本也没有，他因而感到了最后一个据点的崩溃。即便如此，从 K 君将他的无人气归因于外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欠缺与女性的实际交往。 在他的头脑中，女人就是被男人外貌吸引的那么简单的动物。也许他只是用自己对异性的反应来反向揣测，这只能显示他自身的异性观的狭隘。总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一般来说，被称为性弱者的男人，由于没有与女性的现实接触，他们关于女人固定观念与现实完全脱节，几乎达到妄想的程度。 如果我们姑且承认他们的女性观，那么可以同意三幅展在论述 K 君问题的《无人气》一书中的以下这段话：对于当代日本的年轻人，人气、容貌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在阶层差距日益增大的社会里，这是一个,个根本问题。K 君在去秋叶原街行凶之前，在网上留下这样的话：“要是外貌好，我就会有女朋友。” 有了女朋友，性格也不会这么怪癖，我就可以普普通通的干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有房有车，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外貌是一切后果的根本原因。不用说，这里所说的普普通通的生活，与前面的赤木一样，都是以就职和结婚为前提的非常保守的男人的生活模式。铃木尤加里也指出。 恋爱弱者论的话语方式建立在因外貌不好而不受女人喜欢的基础上。他引用了东京大学准教授本乡和人的下面一段话：“已经受够了，我一直在忍，不想再忍了。蠢女人们，我最讨厌你们。我从小就不得女孩子喜欢，一点也没人气。为什么？就因为脸没长好，因为我很胖，我个子不高。” 气焰嚣张的女性主义大妈们说：“磨练你们与人交流的技能，要是不够，没有女人会理睬你们这些宅男。”错了，绝对错了，根本不是因为宅男而没人气，而是因为外貌，在与女人交流之前就完全被拒之门外了。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向你们这些人献媚讨好？因为外貌在交流之前就被拒之门外，这种经历对于丑女来说。 在介绍男女相识的晚会上是很熟悉、亲切的吧？想想女人们迄今为止委屈自己、献媚讨好的寻找结婚对象的漫长历史，只能说刚刚才开始体味这点经验就狼狈退缩的男人们还没有习惯当弱者。何况他们还没有从恋爱市场退出的特权。长久以来，女人一直被宣告不被男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 现在，男人们自己开始宣布，不被女人选上的你什么也不是。那么，从女性的立场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对称终于得到矫正而出现的结果吗？K 君说，有了女朋友就不会辞职卖车，不会为了躲债而深夜潜逃，也不会患上手机依赖症。这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家伙们根本不会懂的。 在这里有女朋友成了从所有负面状态中将自己拯救出来的最后逆转手段。K 君的这种思维是完全颠倒的，实际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辞职、卖车、夜逃、依赖手机的家伙不会有女朋友。对男人来说，有女朋友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说即使没有学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要有了女朋友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人气对于男人会成为超越其他所有社会条件带来的最后逆转的资本呢？那是因为只要有了女朋友，我就能成为一个男人。有女朋友意味着被女人选上吗？根据第二章介绍的赛吉维克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概念，男人不是被女人选上而成为男人的。 男人是在男人集团中被承认为正式成员后才成为男人的，女人只是加入其中的资格条件或成为成员之后的事后奖励。有女朋友指的是将一个女人据为己有的拥有状态，即使其他所有要素都欠缺，只要有了这最后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归己所有的女人，便能满足男人之为男人的最低条件。 反言之，即使学历、职业、收入等其他一切社会条件都很优越，但却连一个女人也弄不到手，这种男人的价值就会降低。男人集团绝不会承认这样的男人为一个成年男人，绝对不会给予他这个集团的正式成员资格。这就是雄败犬比雌败犬更难承认败，处男比处女更难启齿的原因。 这样的无人气男在现实中对女人是怎样的态度呢？让我们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三府的书中引用的几个事例。我的头脑其实是很守旧的，我不喜欢去讨女人的好，我觉得迎合女人很土气，很没风度。我认为只要冷淡的对女人，他们自己会找上来，或者说希望如此。我从来没有。 自己去找个机会跟女人说话，跟女人单独说话很紧张，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反正我都会被讨厌，与其被女人伤害，自己手淫就够了。这种男人有人气才怪呢。同时，他们要求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呢？三浦的书中泄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只要给男人面子，怎样的女人都行。对男人来说。 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她的自尊心。无论哪个女人，都有讨男人喜欢的秘诀，那就是绝不伤害男人的骄傲，一定要不厌其烦的倾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男人的自夸，把自己的脸倾斜四十五度，从下往上的看着他，像唱催眠曲一样，在他耳边不断的喃喃低语：“你真行，你好了不起。” 如若不信，请诸位自己去试一试。要是这个男人在第三者眼中无论如何也很难说有什么了不起，那就再加一句：知道你的好处的只有我一个。然后还加上：你是我唯一的男人，就绝对完美无缺了。我传授的这个秘诀有来自一九八零年代的证言，用传统的词语表达出来的。三府的书《共住者》。 自由撰稿人佐藤留美，在那本书中介绍了男演员田园俊彦的发言。田园在一九八零年代被女性杂志《安安》选为最想被拥抱的男人第一位。我希望有女朋友，话不多，可爱、安静、地道日本式、恭敬有礼的女孩子。我觉得我的趣味不算差吧。佐藤在引用这话后，立即加了一句评语。 在今天，对女人说这种话会有什么后果？他有相当的觉悟。我们不愿相信如此趣味差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最近。可是从上面的二十一世纪初的年轻男性的证言可知，直到今天，这种男人还很多。女人一直没有订正男人的误解，是因为让误解继续流通下去，对他们自己更有利吧？女高男低婚的结局。 与演艺界明星藤原纪香结婚的镇内志泽应该说是与 K 君正好相反的事例。J 君与藤原于二零零七年举办了花费五亿日元的豪华婚礼，却在两年后便离婚了。据报道，离婚原因是 J 君的婚外情和家庭内暴力。他们的婚姻无论名气还是收入，女人都远在男方之上。这种婚姻要圆满维持的方法只有一个。 妻子给丈夫面子，可是这个心理幼稚的、没成熟的丈夫，很可能是把有能量的妻子甚意踩在脚下，以支撑他的自尊心。神人都认可的这么漂亮、这么能干的女人，随我打骂、侮辱，还不会离开我。丈夫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骄傲。对方越有能量，侮辱必须越彻底。结果，妻子最终还是逃走了。 庆幸,幸的是，妻子还有逃走的选择。在《盛江和代的独立生活方式实现指南》一书中，作者出示了一个女人要维持独立生活方式的三项条件：条件之一，年收入六百万日元以上；之二，有值得夸耀的伴侣；之三，魅力随年龄而增。值得夸耀的伴侣的一个条件是年收入一千万日元以上。他举出的这三项条件中。 第一项的门槛已经够高，而满足第二项的男人到底又有多少呢？这种条件的寻婚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吧？据本人说，他并不是喜欢有钱的男人，而是经验告诉他，对于年收入六百万的女人，没有一千万，男人的面子就没法维持。可见，他从现实中学到男女关系的平衡，无论如何，终究要让男人居于上位，要女人给男人面子。 才好不容易得以维持，那么危险脆弱的东西，据说就是男人的自我确认。男人保护法的反时代性。三浦说：“无人气是关乎现代男人生死的问题。”作为对策，他提出了男人保护法。他断定这是一个男人受难的时代，说无论在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在就职活动中。 女人都比男人占优势，在现实社会里，男人勉强保持了优势，但不过十年就会完全被女人支配。自称为社会学学者，总是出示数据、重视事实的三普，在这一点上却坦然的陈述着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话。事实上，几乎属于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暂且不论，大学升学率的男女差距至今犹存。 就职时的性别歧视则是公然横行，这从拿到企业签约的男女比例的数据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日本的 HDI 指数位居世界第十位，但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 GEM 指数却落到第五十七位。从国际上看，女性地位与社会发达程度不成比例的日本，再过十年就会变成一个女性强势的社会。 做出如此预测的人士，除了三浦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了吧？他还泄露了他的真心话。本来要我说的话，当今好女人实在太少了，想被喜欢、想结婚的那种好女人，没有比现在更稀缺的时代了。在男人看来，没有好女人，有也肯定是已婚的。他说的好女人，翻译出来很容易，即对男人来说很便利舒适的女人。 这种女人也许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田园是气味不算差，但在今天已经面临灭绝的危机了。三浦还用别的词语来表达，如让男人奋发的女人，让人感觉到母性的女人。这些说法翻译出来也很简单，即无论如何要给我面子，让我成为男人的女人；不管怎么打、怎么骂，都会无条件的接受我的女人。 以前我对三浦作为时代潮流观察者的敏锐一直寄托了信任，但在这一点上他露出了马脚。只要涉及性别问题，他也不过是和田园同等水平的老派男人。不出所料，三浦也反对恋爱与性的自由市场化。从前的相亲便利制度，就像一个被种种规则惯例所束缚的市场，虽然自由比较少。 但好处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点恩惠，即每个人都能结婚。当然不用说，这个好处的最大受贿者是男人。他的《男人保护法》要求雇佣时男人优先，尤其是正式职位要压倒性的优先雇佣男人。其实即使没有这种法律，现实社会早就是这样的了。他说他必须故意提出这种要求，因为男人现在是弱者。 一部分弱者男人需要作为社会弱者加以保护。他警告在先，请别生气，说我是反时代。可是这不是反时代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三浦的书会让赞同社会弱者论、对女性抱有憎恶感的男读者感到很解恨、很痛快吧？三浦的言论，无论本人是否有意为之，无疑会煽动自认是弱者的男人们的厌女症。 他使用的“社会弱者”一词，具有将厌女症正,正当化的效果，成为男人的条件。K 君在网上还写道：“如果我也是，只要有动漫或色情电子游戏就能满足的人就好了。不幸的是，我对现实有兴趣。如果对现实、对现实的女人有兴趣，除了努力建立人际关系，别无他途。只要有学历、有地位、有收入、有外貌。” 一言不发也会有女人自动找上门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当然就是必须的。三浦自己也承认，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交流能力成为人际条件的时代了。俨然是交流了能力为一种新型权力加以揭露批判的姿态，俨然成为一种石流。对此，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或许是由于技能、能力等用词引来的误解。 沟通交流的能力，虽然的确是在学习和经验中培养起来的，但并不像其他资源不能测量，也不能储存。而且，人与人的关系因对象而异，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通用的交流技能。沟通交流是人际关系的别名，不能建立人际关系是不会有女朋友的。在从前的学校和职场，只要在男人之间能够没有障碍的交流就足够了。 三浦对男人之间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交流方式表示肯定。男人们只要遵从男人集团里的等级秩序，自然会被分配到一个女人。男人的奋斗全在为男人集团中争到一个优越的位置。可是，伴随地位序列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定式的模型。三浦自己也指出，现在的时代需要交流技能，是因为非定型的人际关系的增加。 最不能定性化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没有利害得失，角色分担不固定，不能从期待中获取直接利益。正因为如此，没有比朋友关系更难以维持的了。正如深泽真纪在《不消磨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维持方法》一书中所言：“朋友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高级篇，维系朋友关系需要高度的技能，或许比恋爱、结婚还难。” 因为在恋人关系、夫妻关系中，双方只需扮演一种固定角色。不过，夫妻、恋人都在逐渐失去固定的模式。在没有固定模式的两性关系中，对方会变成多么异形的他者？这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有很多现场报告了。真正的交流沟通，并不是简单肤浅的同感，而是需要交付自己，甚至不惜生死的互动。如果有人不愿意，只好请他退场。 K 君想有女朋友的呼声，如果真的是想与他人交流的愿望，那么他的行动应该是与去秋叶原街刺杀行人截然不同的。至少从其行动来判断，K 君和 J 君的共同需求，只能说是为让自己成为男人而拥有女人的完全自我中心的欲望而已。第五章，儿童性侵犯者的厌女症。 欲望问题。附件献明在《欲望问题》一书中，介绍了一个读者向他请求解决办法的邮件。我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同性恋者，更准确的说，是喜欢成年之前的少年。最近会不知不觉的在街上跟踪自己喜欢的男孩，总是在差点就要上去搭话的时候才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自己也感到很后怕。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吗？我真的就快要对小孩子下手了。福建说，他收到这封邮件后，想到的是自己和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福建对这位读者表示理解和同情，他的痛苦的呼声来自心灵深处，从字里行间怯怯的传达出来。福建自己是同性恋者，他的欲望对象是成年男性。 这个二十八岁男的欲望对象是少年。福建说，他与他之间只有一指之隔。福建写道：“我可以将自己的欲望作为人权问题向社会公开诉求，但对幼小孩子抱有性欲的人却被社会当做罪犯来惩罚。他对此感到不公平。他同时还指出了，在争取性取向少数群体权利的运动中，也没有恋童者参与的事实。” 可是，恋童一词本身存在问题。女性主义者把开性玩笑改成了性骚扰，把夫妻吵闹改成了丈夫对妻子的暴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恋童改为儿童性侵犯呢？对于憋不住想对少年实施性侵犯的人，福建也会怀着痛楚表示同情吗？让我们把来信中的恋男童一词换为恋女童。 我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异性恋者，更准确的说，是喜欢成年之前的少女。最近会不知不觉的在街上跟踪自己喜欢的女孩，总是在差点就要上去搭话的时候才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自己也感到很后怕。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吗？我真的就快要对小孩子下手了。福建会像对同性恋者那样对异性恋者也表示同情吗？ 让我们在这里避免使用“恋童”“性爱”这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词语吧。性是指欲望，爱是指关系。在我们已经明确意识到性与爱原本别物的今天，不必再使用“性爱”这种引起混乱的词语了。我们所知道的明明白白的事实是，既有伴随爱的性，也有不伴随爱的性。 甚至还常有伴随着憎恶和侮辱的性。福建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它的命名极为正确，正是一个欲望问题。公的性行为，私的性行为，性欲、性行为、性关系这三个概念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性欲是在个人内部完结的，存在于大脑之中的现象。 正如全美性教育信息协会所定下的定义，性欲不是存在于两腿之间，而是存在于两耳之间及大脑之中。所以，性欲研究其实不是关于下半身的研究。激发性欲的装置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也许有人眼前没有实在的身体就不会感到性欲，可也有人只需要被孵化了的片段的肢体部位。 还有人可能对完全虚拟的符号图像也会感觉欲望，性的反应有时由实物或符号直接引发，有时需要加上一定的幻想作为舞台装置。不过，这种作为舞台装置的幻想也不能说是完全个人的东西，其基础是文化中既有的现成脚本，在现成脚本的基础上添加个人色彩，就形成了个人的幻想。所以。 我的发情装置一书，加了一个副标题：《色情的脚本》。即使性欲望伴随的幻想是一种对恋爱关系的幻想，因为欲望本身是在个体内部完结的，所以“我爱你与你毫无关系”的说法是成立的。在这个范围内，欲望与想象力一样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放纵自己的欲望，人神交媾，被圣母拥入怀中，强奸。 碎尸少女等等，对欲望的禁止和压抑，除了本人，任何他人无能为力。与此相对，性行为则是将欲望付诸行动。这种行动可分两种：一种需要他者，一种不需要他者。如果将性关系限定为前者，那么关系欠缺的性行为就是与自己身体之间的色情关系及自慰。 人在与他者身体建立色情关系之前，先学习与自己身体之间的色情关系。不过，并不能因此便认为自猬行为是与他人建立性关系的预备阶段或不完整的替代物。人在与他者身体发生交涉之前、之间、之后，与自己身体的色情关系伴随终生，甚至可以说，与他者身体的色情关系或许反倒是偶发性的。 《美国之性》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加尼翁等人，将无伴侣的性行为和有伴侣的性行为区分开来，将后者称为公的性行为。与此相对，无伴侣的性行为则指自卫行为。也就是说，只要有他者介入，无论何种性行为，都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具有公的性质。 对于具有公的性质的性行为，所有关于社会关系的市民社会的规则都应该适用。没有对方的同意，即使夫妻之间，强奸罪也可以成立。让对方不愉快的性接近，可视为性骚扰。迄今为止，这些行为都在私的名义下被封闭起来了。性关系根本不是私，是两者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按照迈克尔等人的说法。 所谓私，应该完全限定在个人世界之内。也可以说，身体是最初的他者。所谓私的性行为，就是与自己身体之间的无需取得同意的性行为。许多人以为可以让身体随意听从自己意志的操纵，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常常是不随己愿的身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既可以爱抚自己的身体。 也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有时还可以杀死自己的身体。即使身体会抵抗，我们也可以随意的排除和压抑。在现行法律之下，无论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性的玩弄还是加以伤害，均不构成犯罪。即使是自杀未遂者，法律也没有设想过因对自己身体的危害行为而逮捕他。自己的身体是自己最初的。 也是最后的领土，是可以任意的支配、遗弃、处置的私有财产，这就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观。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自己身体施加诸如割腕、食后呕吐等暴力行为。性行为一旦介入他者身体，被称为性关系的人际关系就成立了。性欲中包含有性关系欲，但当他者一旦登场。 那就不再是自我完结的欲望了。这时，如果想在把对方紧缚、夺去对方自由的状态下性交，或者不被鞭打就不能射精，该怎么办呢？自己无法到手的装置，可以经他人同意后，让对方接受自己使用其身体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将自己的性幻想的脚本，也在经同意之后，让他人和自己一同共演。 当然，为此可能需要支付代价。但是，比如，如果有人要强行压制对方的抵抗才能更加兴奋，或者想利用孩子的单纯无知去玩弄孩子的身体，如果是这样的性关系欲，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欲望也视为性取向少数群体的欲望形态之一而加以认可吗？不仅限于性欲望，人还有攻击。 压抑、侮辱、支配、杀害他人的欲望。如果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个二十八岁男，像秋叶原街无差别杀伤事件的嫌疑犯 K 君加藤智大那样，怀有谁都无所谓、只想杀人的欲望，会怎样呢？假设这个男性将自己的性欲望付诸了性行为，把一个少年卷入了他的行为之中，如福建所言，就成为性犯罪。 福建还写道：“每当发生性犯罪，我在对被害者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也不能不对犯罪者的痛楚产生共鸣。我总不禁会想，在犯罪现场的也许就是我自己。”福建的这种想象力，如果从性犯罪中去掉性的因素也能成立的话，那么作为犯罪者的共鸣，我们不是不能理解。比如宫崎勤事件之后。 有人表示，M 君就是我。秋叶原街事件之后，网络上也有 K 君也许就是我的表达共鸣的留言。就连那个联合赤军私刑杀人事件被暴露时，田中美京也说过永田洋子就是我的话。可是，无论 M 君的事件还是 K 君的事件，我们必须明白，在欲望和将欲望付诸行为之间有千里之遥。 我们后来知道，M 军有收集血腥暴力录像的癖好。媒体报道说，他模仿录像将被害幼女碎尸。但并不是所有的那类录像的爱好者看了录像就成为了罪犯。再如 K 军，据说他无区别杀人的原因是因为临时工作被解雇。可被解雇临时工作的年轻人有几十万，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样去杀人。 想象力是不能管制、取缔的，这是我不能赞同多数派女性主义者要求禁止暴力性色情制品的理由。美国的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色情制品是理论，强奸是实践。迄今为止，美国主流派女性主义者一直要求针对女性的暴力性的色情制品进行法律制裁。 在日本，部分女性主义者也与漫画家和作家之间围绕表达自由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我本人在女性主义者中属于维护表达自由的少数派。永山勋与人合著的《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漫画争论勃发》一书，可称为表达自由争论的续篇。他将我视为少数派的女性主义者，在书中收入了他对我的采访。 顺便提一句，《永山的色情漫画研究》一书对暴力性的色情漫画的论述充满洞见，堪称名著。书中有被称为“鬼畜系”的暴力性的色情漫画，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在人类意识的深处存在着将他者身体变形加工、是以伤害、凌辱的欲望想象。那是一个黑暗深奥的世界，其中有种被称为“人兽”的人，四肢被切断。 脖子被套上颈圈，仅仅只为成为性侮辱的对象而被豢养训练。可是，漫画同时也表现了那种人兽的痛苦和悲哀。永山的见解令人瞠目。他说，鬼畜系色情漫画的消费者，通过体验加害者和被害者双方的落差而体味到双重的快感。秦宇加害者童话的快感是肤浅的。 只有当与被害者的痛苦也能同化时，快感才能更加复杂和深奥。对色情制品的限制，用分级标志或过滤手法保护不看不欲之物的自由，便已足够。人类的想象力无论多么残酷，表象的制作是不能去管制的，也是不管制为好。我们知道，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反应或投射的关系。 反倒具有像梦一样的补偿填充的功能。我们也许正是因为在想象中杀过无数次人，所以才可以在现实中不去杀人。儿童性侵犯者们，现实中有将二十八岁男的欲望付诸行动的人，即儿童性侵犯者们，他们因此成了性犯罪者。有位研究者对。 他们为何要把幼小的孩子当做性爱对象的问题，怀有比谁都更迫切的关注？他就是被害的当事人，更准确的说，一位儿童性爱的被害女性，用了一生来追究这个对于自己最为迫切的问题，最终成为一名研究者。他采访了被监禁的性犯罪者，基于采访记录写出一本书，这就是帕梅拉·舒尔茨的《不是怪物》。 在该书封面书腰的内容简介中，紧接他们为何要把幼小的孩子当作性爱对象一句之后，是他们如何使孩子成为性爱牺牲品的。如果这里也回避使用容易引起混淆的“性爱”一词，应该改为他们如何以幼小的孩子为性欲对象，并使其成为牺牲品的。 对于还不知道性为何物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征得同意的。这些儿童性侵犯者们作为孩子的支配者，将孩子的身体作为满足自己性欲的道具。为了打消孩子们的抵抗，他们反复使用“我爱你”这句便利的话：“叔叔爱你，所以跟你这样做的。”这样的台词与“爱你才打你的”家庭暴力的男人的话很相似。 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加害者都想相信被害者是自己情愿的。日常生活中，多为胆小之辈的加害者们试图由此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其实，这也是色情制品的常规套路。即使是强奸，也偷换为“女人等着我去强奸”的诱惑者理论。该书作者一开始便告白自己是儿童时期受到性侵害的亲密者。 他说：“我有种想去寻根究底的追问男人虐待我的动机到底何在的欲望，这种探究的欲望牢牢的抓住了他。他是为了相信我不仅仅是便利的工具。他从幼儿期到进入思春期为止，一直受到近邻成年男人的性侵犯，十多岁以后侵犯才停止了。”他说。 停止的原因可能是那个男人对进入思春期以后的她失去了兴趣。那个加害者正是只对成人之前的少女抱有性欲望的男人。舒尔茨感到，迄今为止的性犯罪研究偏重于关注性犯罪中的被害者，可是只听被害者一方的诉说，只能得到胜利的一半。为了主动去听听加害者一方的话，他去采访被监禁的人。 去面对本来最想回避的对象，为此他付出的心理代价是面对罪犯时自己心情的混乱痛苦。然后他发现了，尽管他们犯下罪行令人发指，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怪物。我想懂得你们，想理解你们为什么要伤害他人。我想知道他们能够对他人做出那么残酷的事，到底是因为体验过怎样的痛苦？他之所以。 要去做这件事，是因为被侵害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一生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被害者希望加害者至少能够意识到自己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可加害者却总想过轻的被看待，被害者受到的打击，甚至还故意错觉被害者是自己情愿的。其实，这反过来证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有罪恶意识的。 他们对自己是加害者这一事实是有自觉的，所以才会有意识的把凯蒂和我性交的时候换为，也许该说是我对凯蒂性交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还剥夺了对方的反抗。他们对此是自觉的。有个男人为了让养女顺从，威胁他，让我干，不然就揍你。奸一个男孩的时候。 那孩子哭嚷起来，我就用手蒙住他嘴，让他发不出声音来。这些人的动机与性与爱都毫无关系，完全不顾对方的心情，把愤怒全都发泄出来。有男人坦白是杀人还是性交的二者择一，也有男人想，幸亏对孩子性侵犯才没盖出更凶残的杀人罪。根据自述，这些人对小孩抱有的欲望理由如下。 不管干什么，因为是孩子，所以没问题。孩子不去和别人比较，孩子容易控制，孩子天真单纯，容易被骗。此外，还因为犯人自己未成熟，用自己的方式对孩子以行动表示亲近感，崇拜孩子。还有男人愿意相信孩子也很享受性行为，希望得到孩子的肯定。这些男人中也有人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爱。 其实不过是固执贪恋的别名，是为满足一己之欲而利用孩子。不过，这种意识是在回答舒尔茨的提问中，在他称为“犯人”的自我诉说的过程中，通过回顾得到的自我反省的结果。儿童性侵者们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 长久持续的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做诱惑者、加害者。百分之九十九是男性，被害者九成是女孩，一成是男孩。舒尔茨还发现，这些男人大多自我评价很低，他们自己也是有过被性侵经历的受害者。 尽管会激怒被害者，他还是诉说促进修复的司法的重要性。他着手的工作是加害者、被害者双方的自我诉说。不过，双方不能互无关联，因为双方的叙述构成了事件的现实。这种叙述会成为一个信息来源，为我们提供社会中的儿童性侵犯的真实状态，告诉我们性、性取向。 性习惯是怎样成为一种权力手段的？儿童性侵犯者不是少数的特殊人群，应该说，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少数，但他们的心理状态绝不是特殊的。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的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 对他人的信赖感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己情愿，把对方当作诱惑者。这种关系也可见于强奸、性骚扰和家庭内暴力的势力之中。不但如此，还可见于异性恋的男女之间。正如福建所说，他与二十八岁男的恋童者之间只有一指之隔，无法画出界限。 儿童性侵犯者的性欲、性行为、性关系，无限接近普通的性关系。此处所谓的“普通”，意为男人支配之下的。如果是这样，让这些男人从性关系中撤退，把性行为限定为自慰，停留在自我完结的性欲望幻想之中，还要好得多。 事实上，媒体形式的性产业都是辅助自慰的性幻想装置。在二元平面的色情游戏、美少女漫画中，旧态如故的男权主义幻想被再三的重复生产。在那里，女人作为诱惑者，主动顺从男人的欲望。即便如此，从虚拟世界的符号得到满足的，对二元平面发情的宅男和草食系男子们。 也比胁迫让我干的野蛮的肉食系男子好。想象力是不能被取缔的，只要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可是这里必须立即附加一个条件，即使是表象，如果是以现实中的孩子为模特的儿童色情制品，则另当别论，因为对于模特，现实与演技之间是一个灰色地带。 在杀人场面扮演死者的模特可以死而复生，所以没有法规来取缔媒体中泛滥的杀人场面。可如果表演会给表演者留下精神创伤，则不可等同论之。色情制品的模特如果遭受脚本中没有的真正的强奸，被视为侵犯人权。不仅如此，如果表演行为会带来精神创伤，其影响也不能忽视。 尤其是儿童，因为不可能以儿童的同意能力为前提，孩子们被迫性暴露，却并不理解其含义。以儿童身体为性道具的行为，即使是表象制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也应该被视为犯罪。在儿童色情网站上，孩子的图像被传播，而该孩童毫不知晓。 传播者中甚至有父母、老师等正处于保护人立场的人。有位检查儿童色情网站的专家证言，更为可怕的是，当孩子知道带有性意味的姿势能换钱后，他们主动传播以自己为性客体的图像。据说那位检察员因为不堪整日被迫浏览孩子们令人痛心的图像，而终于离职。艳女症与同性恋憎恶。 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伊夫·赛吉维克。赛吉维克将厌女症和同性恋憎恶视为构成男人之间纽带的一组难分难解的机制。男人为了成为同性集团的一员，得到其他男人的承认，必须要证明自己不是女人，因为在欠缺对立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标准的男人性，只能以被标识的女人性欠缺来定义。 承认一个男人为男人的是男人，不是女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像女人，需要通过拥有女人而立于女人的支配者的位置。所以，拥有女人就是成为男人。这个关系是非对称的，不可反转。将至少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是男人之为男人的必须条件。正因为如此，如果对女人控制失败， 就成为男人的污点，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的男人，气管严的男人是被轻蔑的。妻子的通奸不但意味着男人管理的失败，还因为是自己被自己的狗咬伤而让男人失去面子，所以男人要对女人报仇。与其说是因为妻子的背叛，不如说是因为事关在同性集团中的男人名誉的问题。 关于同性恋憎恶的原因，米歇尔·福柯认为是源于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性行为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不是指阳具之有无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实物差异，而是指主动与被动性的主体与性的客体之间的不对称。由于这种非对称性，处于女人位置就成为男人的精神创伤，被称为女性化。 所以，同性恋男人成为了女人化了的男人的符号。而且，如果男人集团中混有同性恋男人，就意味着其他男人有可能沦为那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被女人化。男人必须排除这种可能导致男人地位失落的危险。所以，同性恋男人成为女人化了的男人的符号。而且，如果男人集团中混有同性恋男人， 就意味着其他男人有可能沦为那个男人的欲望对象而被女人化。男人必须排除这种可能导致男人地位失落的危险，所以同性恋憎恶在男人集团中成为一种严厉的规则。而且，正如赛吉维克指出，基斯文森特一强调的那样，正因为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潜藏着对男人的色情欲望。 这种排除便必须更加严格，而且还必须是一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检阅。也有许多论者指出，男人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集团，同时也是带有浓厚的同性恋色情色彩的集团。男人之间的关系，用了多少性爱的词语来表达，如“男人为之着迷的男人”之类。在《夜饮》一书中，“恋”本来是指男人之间的。 忠君恋雀之情。对于男人，无需冒着被女人化的危险去实践同性恋行为的唯一办法是少年爱。在这里，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非对称的关系是固定的，不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年少者总是年长者的欲望客体，年长者绝不会反过来因少年的注视而沦为少年的欲望客体。 在古希腊的少年爱中，被视为最上等的是与自由民少年之间的性爱，与奴隶少年的性爱则次之，因为与奴隶少年的性爱伴随着强制，而与自由民少年之间的性爱则被视为有自由意志的因素。在表现肛门性交场景的古典色情制品中，被动的少年一方易感快乐的表象明显稀少，由此可以推测。 少年们不是因为快乐，而是出于尊敬和爱而将自己的身体主动献给长者，因为这些少年将来会成为自由民，所以他们奉献出的性爱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本书的读者到这里应该意识到了吧？福克介绍的古希腊的少年爱理想与儿童性侵者的幻想何其相似！无需担心男人性主体地位被侵犯的危险。 在性活动中控制他者，为此选择障碍最小、无力反抗的对象，并且还希望对方也很情愿。这就是儿童性侵犯者。对于被害者是女童还是男童已经不重要了。由此，这些儿童性侵犯者多为胆怯之辈，他们作为男人的自我确认十分脆弱的理由便很好理解了。他们就是这样来实践着厌女症。 和同性恋憎恶，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第六章，皇室的厌女症。一个男孩的诞生。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一个特殊的男孩降生在这个国家。这个男孩的父母不向当地政府提交出生证明，他也没有户籍，不知是否被算入日本人的人口统计中。男孩从一出世就要被使用进程。 虽然他的出生早就预知，但报纸却要发行号外来报道。因胎盘前置有危险，妇产科医师团队采用剖腹接产。可见医生们为确保母子安全所下的坚定决心。这就是在现行皇室典范下被定为第三位皇位继承人的诞生。这个孩子从今以后一举手、一投足均被置于监视之下。 将会度过没有隐私的一生吧。男孩诞生，所有的媒体都这样报道。没有比这一天日本列岛更充满厌女症情绪的日子了。政治家和市民们满面喜色的连呼恭喜。可如果是个女孩，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从出生之时开始，孩子的价值就因性别而异。在落世的瞬间，孩子的两腿之间如果有把子，便好极了。 要是没有，就大失所望。这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的惯例。墨子长男的家庭很多，其父为秋条公的这个男孩。如果这对夫妻不再生孩子，也算这种类型，因为接连出生的都是女孩，夫妻们为想要一个男孩而坚持努力，如愿以偿后便终止生育行为。所谓“墨子长男”，指的就是这种家庭里的男孩。 最近因少子化倾向，墨子长男的人数急剧减少了，因为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在第三个、第四个孩子之后再生一个了。从出生之时开始，人的价值便因性别而异，没有比这更明白易懂的厌女症了。在各大报纸登出的皇族家谱中，只有拥有皇位继承权的男性才被加上记号。 女性皇族仅被视为男系血统的承载媒介物，似乎在说，只要种子高贵，承载的器皿可不问出处。事实上，大正天皇的母亲是明治天皇的外室，可家谱上连那位母亲的名字都没有。都二十一世纪了，我看到的却仿佛是平安时代的族谱，一瞬间只觉快要晕倒。 不过，我并不因此要求天皇制的男女共同参与。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这一天，在这个国家里，看到这个受特殊待遇的孩子，只要心里升起一丝“幸好不是女孩”的念头，无论男人女人，全是厌女症患者。所谓皇族，就是将厌女症入骨的制度化了的一个家族。秋条宫的长兄夫妇及皇太子和妻子。 或许在为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儿而庆幸，因为社会和媒体从此将失去关注弟弟一家，他们自己可以从女儿将来或许要继承家业的压力中逃避出来，从不孕治疗中解放出来，终于可以期待今后能稍稍自由的养育女儿了。对于除了死亡以外没有退位和脱离皇籍自由的皇太子，这也许是值得欢迎的事。 可是，代价是兄弟之间力量关系的逆转，只因孩子性别不同，父母地位的高低强弱也随之转换。难道是平安时代吗？我不由得再次失语。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在父权制社会，人们通常有喜好男孩的倾向，不但在出生之后，有时从出生之前的胎儿阶段就开始筛选。 更现代的方法是在受精之前就决定性别，在生殖技术中，生男生女的区别是最简便的，只需用离心分离器将有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的精子选出即可。这种一目了然的选生男孩，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发达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比例为男一百零五比女一百。 但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二零零九年的数据是一百一十九比一百，男孩比例严重偏高。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依据可以判定这个数据背后无疑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在中国，女孩或许是在精子阶段被筛选，在胎儿阶段被抹杀，出生之后不被欢迎的存在。在东亚儒教圈的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 只有日本在选生男孩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的倾向，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的倾向。但对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多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男孩。不过如此，就便下结论说。 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这个现象应该这样来解释：在日本，一方面人们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 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的享受育儿的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皇室从何时变得厌女的？ 皇室是从什么时候变成厌女症的？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皇室在历史上并非从来都是厌女症。让我们在这里将厌女症简略地定义为：男人为自己没生为女人而庆幸，女人为自己生而女人而诅咒。在古代史中，卑弥呼应该没为自己生为女人而诅咒吧？平安时代的社官家族藤原氏。 应该是为女儿的诞生而欢呼的吧，因为能送送入天皇后宫的女儿，是藤原家族通往权力的捷径及生产资源。在这里，我用的是“皇室”一词，没有用“天皇制”的说法，这是因为“天皇制”是大正末期的共产主义者对应该被推翻的近代日本统治体制的命名，是一个近代特有的历史概念。古代天皇制。 近世天皇制等以“天皇制”等以天皇制一词贯穿历史的用语，其意图不过是想在事后给这种制度赋予历史的一贯性。万世一系明明只是虚构，但被创造的历史却轻易的忘却了起源，仿佛是从来就有的传统。历史的说，一八八九年皇室典范的成立，宣告了近代天皇制艳女政的确立，这个皇室改革的最大焦点。 是继承人只限于男系男子。现在那些不能容忍女性天皇的论调，正与那时皇室改革派的见解一致，而这些人还自称为传统派，实在滑稽之至。而且那次改革是将皇室改造为符合武士家庭的继承规范。到近世为止，在平民中通行的各种继承家业的惯例，如长女当家的女系继承、收育养子。 女性户主等等，全被重视男系的明治民法和户籍法抹去了痕迹。祭祭的神话理论学，古世纪和日本书记，是大和国的建国神话。建国神话之所以往往有很长的谱系，是因为这是将国家统治者正统化的故事，即谁为谁应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皇家皇族就在这个谱系中登场。当我还是结构主义者的时候，看到埃德蒙·利奇写的论文《伊甸园中的列维·斯特劳斯》，便借用他的题目写了一篇《高天原里的列维·斯特劳斯》的英文论文，后改题为《寂寂的神话理论学》。利奇做了列维·斯特劳斯自己没碰的圣经研究。 他是用结构主义手法去解剖旧约圣经中的谱系，我也同样用结构主义的婚姻规则来解剖《祭祭中的婚姻。尝试的结果找出了一个非常明快的模式：皇室家族的起源始于天孙降临的神话。在《祭祭中，初代天皇是神武天皇，不过之前还有一个被高天元驱逐的。 名叫素须佐南的大王降临出云国的故事，神武天皇就是素须佐南的复制品。更准确的说，素须佐南才是神武天皇的复制品，即素须佐南大王作为神武天王的回溯性原型，是事后构建出来的。其实，神武天皇本身的真实性在历史上是被怀疑的。 作为史实能够确认的天皇，是从崇神天皇开始。在崇神之前的，从神武到开化的九代天皇，都有照搬复制崇神之后的谱系的嫌疑。因为在神武之后，崇神天皇再次作为初代天皇登场。我们可以推想，《记记这两本书的制作者们添进这九代天皇的谱系，是为了增加历史纵深感。 他们的努力让人感动的掉泪，靠了他们，日本史的起源被虚构为可以追溯到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六六零年。一九四零年，当时的大日本帝国还举办过庆贺纪元二六零零年的无聊活动。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从神武即位算起的皇帝比基督诞生的西历还古老，可以满足一下皇国日本的小骄傲。 降临的天孙得有婚姻，不然谱系没法开头。我们姑且称之为创始婚。创始婚的形式为外来者与当地女人的通婚。大和国的建国神话与分布在大洋洲一带的外来王传说有很多共通之处。天皇就是大王，即王中之王，也即酋长们的总头目。为了从酋长制转换为王权。 在群雄割据的豪族中，必须有个高出众人一头的王中之王及大王的登场，同时还必须要赋予给这个大王超越其他酋长、理应成为统治者的正统性。创世神话讲，有个统治者来了，他来自天上或大洋彼岸。为了让这个男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是外来者。统治的正统性是不能被怀疑的。 所以，正统性的依据不能来自集团内部，正统性需要有赋予正统性的人。统治者的正统性必须由神灵从外部赋予，所以统治者不能与被统治者属于同一集团。与此同时，民主主义就是统治者由被统治者赋予正统性的制度。正因为如此，民主主义总是被“我凭什么要服从你”这个正统性依据的问题而苦恼。 天皇是外来者，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祭祭神话是这么写的。这是理论构造的问题，不是天皇来自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的问题。我曾以故事结构分析的结果写过一篇外来王的论文，我还以为会有天皇主义者来抗议，结果是多虑了。创始婚会自我模仿，从创始婚生出的儿子。 与母亲的兄弟的女儿结婚，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论述的 MBD 婚。大王一夫多妻，接连不断的娶当地豪族之女为妻，这种结婚当然是为了扩展大王的霸权。对于豪族一方，女儿则是与大王一族婚姻联盟的资源，要么打仗，要么通婚。古代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二者中择一。 这种婚姻从阶段的角度来看是上升婚，在上升婚中，妻子的出身阶层的劣势与社会性别的劣势互相重合。谚语“媳妇儿从灶台的柴灰里找”，这就是这种阶级上层婚的反应。灰姑娘不就是满头灶台柴灰的女人吗？与侍女结婚，男人终生都能当做被侍奉的主人。 可是，大王家族中也会有女儿诞生。在上升婚的社会里，最高一族的女儿除了与同族男人结婚以外，别无出路。M B D 婚的下一步是 F B D 婚的登场，即一族之中的同族婚。皇族的女儿们与皇族的儿子们结婚。在一夫多妻之下，大王既与皇族女儿结婚，也与豪族女儿结婚。 后妃的地位则因出身阶级而异，皇后的位置由皇族女儿掌据，孩子的地位是由母亲的地位决定的，所以下一代天皇的位置是皇后生的孩子优先。事实上，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天皇均为皇后所生，即使是第三期皇后所生的天皇，在二十代中已达七人。在第三期中，皇女及前天皇的女儿成为皇后的势力增多了。 天皇自己也是前天皇的儿子，所以是近亲结婚，这可以吗？不用担心，虽说是近亲婚，但是异母兄弟姐妹结婚，父系制其实是一种方便的制度。即使是同一个父亲，但母亲不同，兄弟姐妹就归为一族，这样半个兄妹之间的婚姻就 OK 了。皇族成员之间的结婚，因女方身份高，故孩子的地位亦高。 皇女所生的孩子，在大王的正统继承人的排序中得到优先。天皇的女儿如果不与同族男子结婚，就一直保持非婚状态。皇女保持非婚是为了成为神的妻子。这种制度的表面理由是皇女过于尊贵，不能降等与普通人结婚，只能做神妻。实质上是为了把皇女体面的放逐到一室去。 这就是斋宫制度的成立，通过将同族女子与神结盟，天皇的外部性得到保证。在古代出现过八位女帝，其中推古天皇、持统天皇和皇极天皇等几乎都是天皇的女儿。这意味着天皇的权力已经到了不再依赖与豪族联姻的时代了。父系制提高了父系出身的女性地位。 二战前的历史学者出于证明男系继承权的正统性的需要，不得不将女帝的存在视为例外，提出了中继天皇说。这完全是瞎说。这些女帝权力之大，用中继一说根本不能解释。持统天皇以发挥了强有力的领袖才能而著名，是他确立了真正的律令国家体制。皇极天皇则在退位之后，又作为齐明天皇再次登基。 斋宫制度的成立，使天皇的权力完成了向超越性王权的飞跃。我这个想法来自于古代史学者仓主华子，他的斋宫制度出色的论证了斋宫制的确立，既是天皇的超越王权的成立机制，同时也是天皇家族女性地位沦落的开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为给天皇赋予支配的正统性而编制的创世神话，就是《纪纪二书》。 及古世纪和日本书记，以后世的眼光来评价，七世纪皇室策划的纪纪编撰工程以失败而告终，天皇家族试图确立超越皇权的野心落空。那之后的皇室长久以来被藤原社官家族等外戚操纵，沦为一个傀儡政权。对于担任摄政、官白、将军等职位的实权派势力来说。 正统性来自外部，他们将作为权威源泉的天皇放诸到外部，这样利用起来更方便。这就是历史上漫长的对天皇的文化利用的开始。记记中还有一个谜，即天皇一族为父系氏族，那为什么在说明始源的创世神话里会有一个叫天照大神的女性祖神呢？我将之命名为“天照大神之谜”。 在非洲的父系社会的神话里，父系氏族的始祖多为女性。在实行一夫多妻的父系氏族里，父亲死后，氏族多以母系为单位内部分解。这个倾向颇具讽刺意味。父系原理在父亲死后似乎不再延续有效。祭祭神话中，在外来王的创始婚之前，有一个天照大神与素须左男的誓约婚。 上升婚的极限就是最上位的兄弟姐妹之间的近亲婚。这种兄弟姐妹间的婚姻被神圣化，在所有婚姻中价值最高，只有王族才被允许，下层平民则被禁止。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身份高贵的人享有侵犯禁忌的特权，而是上升婚的婚姻制度的原理导致的必然归结。 事实上，在与七世纪的大河国有类似大王体系的夏威夷，只有大王才拥有与姐妹结婚的特权，这叫 Pio 婚，被视为神圣婚姻。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大和国的创世神话为什么会有女性祖神？如果把这个疑问当做一个理论游戏来破解，可以这样说：因为王权的正统性需要外部。 而外部的表象则为女性，皇室的女人们或升天上，或取异乡，总之都必须被放逐到外部。苍冢一语道破：天照大神升上高天元，与他失去王女身份发生在同一天。皇室的女儿要么像斋宫那样终生独身，如果她要结婚，就得先脱离皇籍，变为臣籍之后才能结婚。这种不对称的性别规则。 至今还贯穿于皇室典范之中。皇权与人权，皇族女性与普通人结婚要脱离皇籍，但皇族男性却不必。所以，皇太子的弟弟与住三室一厅的普通公寓家庭出生的平民女性结婚后，皇籍没有被剥夺。日本的国际法长久以来的规定。 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后生下的孩子拥有日本国籍，但日本女性与外国男性之间的孩子却没有。这种法律的片面性，到一九八五年才终于得到改正，但皇室典范却至今如故。皇室典范的规定明显违背禁止歧视女性的国际条约，同时也明显违背追求男女平等的日本国宪法，但却几乎无人视为问题。 皇族成员在法律之下的人权似乎没有人去保护。日本这个国家就这样建立在皇族女性同时也是皇族男性的牺牲之上。天皇主义者们说不定在心想：为了捍卫天皇制，必须让陛下成为牺牲品，不能允许陛下的任性。不知天皇主义者们自己是否意识到？ 他们其实是在任意践踏背负着皇室招牌的皇族成员们的人权。同时，只要我们还称之为皇室家族，并作为国民的家庭范本，那么日本社会就还不能从深植于皇室中的厌女症得到自由和解脱。第七章，春宫化的厌女症。暴力、权力、财力。 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小仓千家子一语道破。后来，斋藤环出版新著，书名为《关系的女人，占有的男人》。桐野夏生受斋藤的影响，在小说《in》里引用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出自何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小仓说的更早。也许小仓和斋藤各自独立的想到了这种表达。 在以爱为名的男女关系中，其根底里存在着性别的不对称。没有比这句话将这种不对称表达的更简洁准确的了。男人对妻子施暴或逼复婚而杀妻，如果视为出于男人对女人的终极支配的欲望，很容易理解。女人被杀害的可能性最高的，不是来自陌生人，而是丈夫或恋人。 美国甚至有所谓“配偶就是杀死自己的最高概率的人”，这种让人笑不出来的玩笑，起因于家庭暴力的杀人事件可能性最大的是妻子。恋人提出分手时，男人为求复合而杀人，所以甚至有“复合杀人”一词。要求复合而被拒绝，男人会勃然大怒，为了不让别人得到这个女人，便杀掉她。 因为杀人是占有的终极形式。女人的嫉妒指向夺去男人的别的女人，而男人的嫉妒则指向了背叛自己的女人。因为女人的背叛是对男人所有权的侵犯，建立在占有一个女人的基础上而得以维系的男人的自我会因此面临崩溃的危机。对于女人，嫉妒是以其他女人为对手，围绕男人展开的竞争。 而对于男人，嫉妒则是维护自尊和自我确认的斗争。可是，用暴力占有女人是下下策。男人拥有的资源，按原始性程度来排序，为暴力、权力和财力。权力和财力，也就是地位和经济能力。在拥有后宫的动物世界里，雄性以身体暴力保护雌性不受外敌侵犯。 不能弄错的是，这种暴力指向的外敌主要是同种动物的其他雄性。一群动物的头目凭体力赶跑企图窃取后宫的其他雄性，又用暴力威胁偷偷接近其他雄性的雌性，凭借体力爬到顶端。雌性动物就这样进入雄性的权力支配之下。可是，靠暴力获取并维持的权力，随着雄性身体的身体能力降低，终有一天会被夺走。 人类社会亦不例外。不过，人类社会的权力机制比动物世界更高等洗练，不仅仅凭身体能力，还靠智力和精神的能力来维持。即便如此，权力依然是依附于地位的，不是个人属性。离开了那个位置的人，变为原首相、原总经理，只是一个普通人。不仅如此，如果与原先地位落差很大，或许反会沦为被哀怜的对象。 与此相比，经济能力更为上位的资源，因为经济能力不但比暴力和权力更为安定，还具有更广泛的通用性。只要有钱，暴力和权力都能买到。身体衰弱的老人可以用钱雇保镖，无能之辈可以用钱获得地位。至少在从前，钱权交易更空然无际。所以女人屈从男人的暴力，服从男人的地位，跟着钱来。 通过快乐的支配，那么没有体力、没有地位、也没有金钱的男人该怎么办呢？我在第四章谈过了秋叶原街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加害者 K 君的问题，他的烦恼是不得女人的喜欢。反过来说，学历、职业、金钱皆无的男人，若想一举逆转局面，其手段途径就是得到女人的喜欢。 漫画家仓田真优美和一个极端渣男怀孕后结婚，他写道：“此人的自我顽固无比，根基是他一直很得女人的喜欢，学历、收入之类，在有人气这个绝大的自信心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仓田的证言从反面印证了 K 君的“只要有女人喜欢，人生便会完全不同”的确信。有论者将有人气沦为魅力资源。 可魅力资源到底是什么呢？K 君认为是外貌，对他的误解，我在第四章里已经论述过了。身体暴力、权力和财力都是决定一个男人在男性同性集团中的位置的资源。外貌的价值，表面看来是取决于身体的自然条件，其实也是社会性的。正如勒内·吉拉尔在《欲望三角形论》中所言。 人们只欲他人所欲之物，外貌也是他人承认之后才有价值。男人集团围绕社会性资源而展开霸权争斗，女人则是按男人集团中的序列分配给男人的财产和报酬。将男人社会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女人，会主动去适应男人的序列，期待通过男人得到财富的分配。 女人发情的对象是男人在男人集团中的位置，而不是个体的男人本身。发情的脚本极具文化性和社会性。身体容貌俱佳的男人、地位高的男人、钱包厚的男人，的确会有人气吧？可如果告诉他们有人气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外表、地位、钱包，多数男人会怎么反应呢？ 以喜欢女人而闻名的作家渡边淳一，对这个问题毫不畏缩。我在一篇随笔里看到他回答说：“那也不错啊，钱包厚度也是男人魅力的一种吗？这种钝感力也是他的魅力的一种吗？”不过，在身体暴力、权力和财力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将这些男人的霸权争斗化为乌有，一举逆转胜负。 对于一个雄性，凌驾于所有社会性资源的价值之上的体力、地位、金钱都买不到的最强有力的资源，就是通过给予快乐而达到的女性支配。就因为我那家伙好用，这女人离不开我。这种话肯定有好多男人想当着女人的面对其他男人夸耀，也肯定有好多男人想看看。 有钱有地位的人们听到这种话时，张皇失色的狼狈样。无论在社会上处于多么弱势的位置，只要能在性方面支持女人，便可逆转其他一切负面因素。男人的这种信念十分顽固，在色情制品中这一点体现的非常充分。男根中心主义，男人们愿意相信，男性性器既是男人的快乐之源。 女人的快乐也不可缺之。把对男性性器的强迫观念上升到心理学理论高度的，应该是弗洛伊德吧？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男性性器的有无甚至决定了人格。其后，将服饰理论中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性器转换为拉丁语 p h a l o n s 视为在语言中的象征支配，而使之更加普遍化的，则是拉康 “phallocentrism”。 Fellow crazy 等拉康派心理学用语，在日语中只能勉强译为“男根支配”。当这些用语在日本登场的时候，在一场学会讨论中，一位年长的学者对批判男根至上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很认真的说：“至少我没用男根支配过妻子。”这个小插曲要说是误解，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干脆那位学者这样回答怎么样？ 我不是凭地位和能力，也不是靠金钱，而是用我的性器支配着妻子。妻子也就因为我那家伙好，离不开我。要是他这么回答，男性听众会失笑吧？同时也会听到男人们羡叹不已的叹息声吧？既非暴力支配，亦非权力支配和财力支配，而是性力支配，并且让被支配方自发服从。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恐怖的支配。 而是通过快乐的支配，这才应称为终极的支配吧。我们知道，权力论的要义是自发的服从才能降低支配成本，而是支配安固稳定。色情制品的常规模式便体现出这种通过快乐的支配。对于男人，消费色情制品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的核心是让他们在被剥夺了一切社会属性之后，还能恢复男性性。 在这里，南根占有快乐之源的不可动摇的位置。春宫画研究之始，我开始研究春宫画是在三十年前。那时，米歇尔·福柯的《信史》的英文版刚刚出版，日语版的翻译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于是，我便如饥似渴的啃读英文版，读后感觉茅塞顿开，原来如此，信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本能。 而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对，就是这样的。我从福柯的书中得到勇气和启发，开始了对日本的性的研究。福柯把性爱术与性科学区分开来。近代之后的性意味着关于性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定义正常与异常、分辨标准与偏离的知识体系。将性提升到科学高度的是弗洛伊德。 将同性恋病理化，将男根之有无的解剖学偶然变为宿命的罪魁祸首，正是弗洛伊德。也因为如此，女性主义者们不得不与这种解剖学宿命展开斗争。随着知识体制的变化，近视以前的色情被近代以后的性所取代，所以性不能上诉到近代以前。这是福柯的性的历史论的核心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性的近代，但却不存在近代的性，因为近代的性这种说法会随即引出中世的性、古代的性等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在没有性的真实之地，既无正常，亦无异常，不存在异性恋，也不存在同性恋。事实上，在古代希腊被称为爱欲行为的性爱范畴中，少年爱并不视为偏离越轨。 福柯就这样追溯到了今昔迥异的历史谱系学。我们由此明白，近代以来的关于性的日常常识，比如夫妻之间的性爱在性爱范畴中被尊为最上位，异性间的性器性交才是正常，其他方式皆为异常等观念的历史，并非那么久远。不难想象，尤其在近代化迟来的日本，关于性爱的常识观念的变化。 应该是非常显著而快速的。日本的性的近代不会上溯到明治时代以前。那么，被性的近代污染之前的日本的性爱术是怎样的呢？基于这种想法，我开始了春宫画研究，因为我发现关于性爱的历史资料通常难以留存，但日本却保存了大量的春宫画、春本图像、文字史料很丰富。 与许多国家的色情画相比，日本的春宫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男女性器尺寸的极端夸张和精密写实主义；还有一个是与性器相比，身体其他部分虽然简略并格式化，但男女面部的愉悦表情却被描绘的很清晰。特别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体位复杂却面无表情的色情画相比，这个特征尤其引人注目。 春宫画的表情特征是男女和睦同乐，尤其表现了女性的愉悦快乐。当然，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表象就是现实的模仿或反应。我们知道，江户时期的春宫画是属于男人，来自男人为了男人的性消费品。那么，和睦同乐作为春宫画中的一种固定模式，应该视之为这么干女人会喜欢的男人幻想的投影。 在江户中期的浮世绘版画家铃木春信的春宫画里，男女皆无表情。其中有种图示是师傅对刚来见习的女孩子破处，但画面上貌似处女的女孩子没有显出反感的表情。堪称浮世绘春宫画最高峰的《鸟居清长的秀之卷》，展示了男女和睦同乐的种种场景，男人女人肢体丰富交互缠绕。 双方都眯着眼睛，显出十分愉悦的表情。江户春宫画中的人物不单是娼妓与嫖客，还有年轻姑娘与意中人、人妻与奸夫、寡妇与情人、上了年纪的夫妇等等，形形色色的男女组合，不择地点、时间，随心所欲摆出种种放荡的体姿，拥抱、交合、幸福陶醉。到了江户后期，画面开始发生变化。 西斋英泉等人的极为鲜艳的色彩景绘问世以后，强奸、锦妇之类开始登场。画中女人面部扭曲，显出强忍痛苦的表情。更后来，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被称为“则惠师”的伊藤晴雨登场，出现肆虐趣味的锦妇场景。如果我们眺望从江户时期开始的浮世绘春宫画的历史，可以看到越到近代。 错乱的重口味的色情趣味越多，似乎从中可以发现一个对女性的支配，从快乐的支配到恐怖的支配的变化过程，也可以解释为是一个文化洗练程度下降的过程。这种变化让人承认，与近世的色情相比，近代的性的确是野蛮的。不过，对这种变化。 我们不能简单的解释为江户时期的女性在性方面是解放的，随着时代下降，男性支配加强了。前面我已经说过，春宫画中的和睦同乐是一种固定模式。色情制品的基本设定是，女人任何时候都处于性交的准备状态，无需花费时间口舌，随招随应。同时，女方还是诱惑者，男人无需对结果负责。 即女人寻求快乐，在对男人的服从中，她得到了回报。没有比这种设定对男人更便利的了。就像和睦同乐是一种模式一样，女人脸上的快乐表情，无疑也是服饰会春宫画的一种约定。我们不能简单的相信表象即为事实。这种表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男人想相信女人从性行为中得到了快乐。 不过，春宫画中还有一个在世界上也很少见的表现女人快感的图标，这被称为巴宾斯基反射，是女人达到性高潮时手指、足指发生弯曲的身体反应。春宫画中的精密写实之处，甚至让人怀疑是对模特儿的写生，这个巴宾斯基反射便是其一。 春宫画中无疑有一种冷静的拉开距离、观察女人身体反应的视线，这是仅沉溺于自身快乐之中的人不可能有的。连对以嫖客为对象的娼妓，也画有这种巴宾斯基反射。如果男人性支配的终点就是女人的快乐，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有男人感叹：“我们流汗费劲。” 最终不过是给女人奉献快乐而已，可是“奉献”一词含有反向支配之意，即将女人的快乐完全置于男根的控制之下，让女人主动的服从，并将女人引入不能自控的境地。将这种支配的奥秘表现的最充分的是被誉为昭和时代色情文学最高杰作的《榻榻米房间秘稿》。 这篇被视为出自雄景和风之手的短篇小说，浓厚地继承了江户时代细作小说的传统，描写了一种男人的视线。这是一种在将娼妓引入无法自持的极乐世界的同时，又在极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的视线。这部作品很充分地表现了男女间的不对等关系，即注视的男人与被注视的女人。 支配快乐的男人与被快乐支配的女人，就凭这一点，这篇作品也堪称色情小说的经典。自己出钱来买作为性的内行的娼妓，却让女人身不由己的品尝用钱买不到的快乐，这不是男人不男根的最终胜利又是什么呢？为避免误会，需要强调，这种男根之胜利。 完全不是什么现实的反应，这种表象有力的表达的是希望以为这是男根之胜利的男人的性幻想，不，男人的妄想。在江户的花柳界，有一整套围绕达人与土气的美学，男人的恋爱对象是娼妓，而不是行外的普通女人。男人对于普通女人的恋爱毫无兴趣，他们的功能是结婚和生育。 不被视为性爱与快乐的对象，娼妓的真心只是谎言的别名。相信并沉迷进去的人就是土气，可又正是在尚处土气的阶段，才能从恋爱与性中得到真正的快乐。一旦修炼成达人，一切都成了约定与虚构的游戏。精通此道之人被称为达人，不懂其中奥秘的被称为土气。 可达人反倒失去了快乐。宽正年间，笔名南陀加紫兰的蛙俊满著有《古今插图集源大全》一书，书中有缘。若感快乐，尚属青涩；如成达人，了然无趣。”作者是个通晓之人，将这个世界提升至色道的，是写出色道大境的藤本基山。 将之表现在细作文学中的，则是山东经传。可是语言可以说谎，但身体不说谎。藤本基山将昌妓在性交过程中肌肤逐渐红润、潮湿、失去控制的姿态作为极上来描写。以性为职业的昌妓是不想在和客人的性交中每次都达到高潮的，能将客人的快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才是专业行家。 长妓的生意一次回合只有保姆点一根香的时辰，时间如此仓促，没有余裕，每次都高潮。要是每次都高潮了，身体担不住。达人们把这种女人买下来，有时并没有性行为，只是挨着一块睡。有时会倾听女人讲述身世，不过这也是一种花柳界的约定。达人们以一个晚上便问出了女人身世为夸耀的资本。 娼妓们则为满足达人的需要，早已准备好了各种版本的悲惨故事。那么快乐呢？达人与用钱买来的女人，围绕用钱买不到的快乐展开争夺控制权的游戏。让未经世故的小姑娘发狂，并非达人的目标。他们的对手是力图自我控制，有时甚至拒绝快乐的内行。达人们要让女人忘我的逆入快乐的深渊。 将这一过程冷静的控制在自己手中。女人若将性行为置于金钱关系之外，嫖客便转为情人身份。这么一来，达人就落为土气了。真正的达人要抗拒走向此途，应该自始至终坚持做一个嫖客。看到女人不能自持之后，把钱如数付清，转身离去，留下一句：“你我之间不过一场约定的游戏。” 被自己身体背叛、不由自主的失控的娼妓，只能咬紧嘴唇忍受这一切。在这种游戏中，被快乐支配的一方就是输家。前面提到的《古今插图集缘大全》一书中说：“无需金银，便可随意操纵娼妓，方可称好色之男。”紧接着一段又说：“此等皆为下品，不足为道。”嫖客成了娼妓的情夫。 游戏就此结束了，所以适度而止，方称达人。近代的艳女症，作为文化理想的母亲，对于艳女症的男人，只有一个女人不能归入侮辱的对象范畴之中，即母亲，生我养我，不惜辛劳的抚育我，作为人生最初的强者。 伫立于我面前，却又释放更强的丈夫，为了我忍受来自丈夫的一切苦楚，主动承受一切牺牲，接纳我的一切。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去侮辱呢？这个可称为自我的无条件的存在依据的女人，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女人，这种母亲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不过，母亲这个范畴所具有的规定性。 束缚着儿子，也束缚着女人本身。如果有读者心想，要是当今还有这样的母亲，倒想亲眼去看看，那就证明母亲所具有的规范力历史性的减弱了。倘若如此，我们可以瞑目了。也许这种母亲的文化理想已经只存在于文本之中了。我以前曾对父权制下过一个简洁的定义。 所谓父权制，就是让从自己大腿之间生出来的儿子侮辱自己的体质。可是，对于男人来说，即使能够侮辱女性，但侮辱母亲却很难，因为那是玷污自己出身的行为。在很多语言圈中，用侮辱母亲的词汇来侮辱一个男人，如“婊子的儿子”“杂种”等，这是有原因的。 在二零零六年世界杯足球决赛时，阿尔及利亚移民之子法国代表齐达内用头顶撞意大利代表马特拉奇，被判违规罚退场，这在当时成为一个话题。据后来的报道说，那是因为马特拉奇好几次在齐达内的耳边用侮辱其母的话骂他，男人因为母亲的名誉被侮辱而奋起反抗。 在大多数男人眼中，无疑是值得同情理解的行为。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及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这一点颇具象征性。父权制一级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及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 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从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与从非登记婚姻中出生的孩子之间，至今还有民法上的歧视。无论是怎样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对策虽然鼓励结婚、鼓励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儿也看不到鼓励婚外子出生的政策。 这只能让人感觉，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对策不过只有这个程度，实在太不够真格。也就是说，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男人们之所以被上述那种侮辱性词汇激怒，是因为他们自己将制造出剩女与娼妇的性双重标准的父权制歧视意识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了。 男人们希望自己能归属于男人共同体之中，作为像样的男人的条件，他们希望正式的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正因为他们自己是歧视他人的人，所以歧视性词汇才会让他们那么愤怒。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放荡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 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用语，可以换为自由的使用自己的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的许可。其实，大多数娼妓不过是为了金钱，不得不将自己的身体的性使用权暂时转让给男人的女人。 女人成为未婚母亲，大多不过是因为本应成为父亲的男人逃跑或否认应承担的责任。他们中很多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将原因嫁接到被害者身上，是加害者的一贯手法。不成器的儿子与不开心的女儿，无论谁生的孩子，孩子都是孩子。 对孩子来说，不管怎样的母亲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母亲。无论在婚姻之中还是在婚姻之外，在父权制下饱尝艰辛的母亲，本应是孩子们同情的对象。可是，作为儿子，由于自己属于与父亲同样的性别，故不能逃脱对母亲的加害者的意识。威压的父亲的儿子当然如此。倘若父亲是逃跑的父亲。 作为父亲的儿子，既是被加害者，也是加害者。对于大多数男人，即使能弑父，但弑母却很难，堪称人生最大的难题。这种困难是有相应的理由的。弗洛伊德记述了儿子如何成为父亲，女儿如何成为母亲的成长故事。在父权制度下，这个问题可以换写为：儿子如何成为厌女症的父亲。 女儿如何成为厌女症的母亲？围绕这个问题，将近代家庭中父亲与母亲、儿子与女儿的关系展示剖析的最为精彩的，是已故文艺评论家江藤淳。关于江藤淳，我已在别处有过论述，但要谈日本的厌女症，还是不能绕过他。成熟与丧失，母亲的崩溃。 是论述战后日本社会文化里的里程碑式著作。在此后书记中，江藤这样谈到他的动机：将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日本的近代问题作为父与子的问题来把握。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而将这个问题作为母与子的问题来把握的观点，则是到一九六四年夏天才确立起来的。 那是在我阔别两年从美国回国之后。江藤此处所说的“子”是指儿子，我将江藤视野中遗漏的女儿加进去，从没出息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不开心的女儿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了日本版近代家庭的机制，重录于此。对儿子来说。 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则因除了伺候那个父亲以外别无出路而成为不满的母亲。可是儿子因预知自己早晚会成为那个父亲的命运而不能彻底厌恶父亲，他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而成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又因为不能回应将不满的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期待。 而在内心深深自责，同时，儿子还悄悄的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却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女儿虽然没有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自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和机会。 女儿因为明了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亦无需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这里的前提是，是家庭中父与母的不对称的性别关系。 母亲总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断对孩子，尤其对儿子念叨：“别像你父亲那样。”所以成为不满的母亲，而父亲则是不讲理的支配母亲的支配的父亲。在这种家庭中，产生了母子关系紧密的扭曲的日本版俄狄浦斯故事。这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吗？在传统的父权制之下。 女人的地位取决于儿子，尤其是继承家业的长男之母的身份。在 NHK 的长篇历史连续剧《风林山火》中，战国时期武将的正房和侧室的女人们，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家业，使尽一切阴谋。剧中有个叫尤不姬的角色，为地方豪族邹访氏之女，其父被武田信玄讨伐。 他自己则被武田当做战利品，略为测试。剧作家让他在临死之前吐出“唯愿来世生为男儿”的辞世之言。女人诅咒自己身为女人，太好懂得厌女症。可是进入近代之后，本应是强有力的支配的父亲，变成了让人羞愧的父亲，没出息的父亲。 这是因为社会整体的流动变化使儿子超过父亲变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江腾的《成熟与丧失》一书写于一九六零年代的社会史意义便十分显著。六十年代是经济高度成长的时期，也是高等教育急速大众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婴儿潮一代如雪崩一般大量涌入高中和大学。回顾历史。 比起父母亲一代，孩子一代在整体上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准都提高了，这是时代所致，并非个人努力或能力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女性逃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婚姻。当女性作为妻子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期待儿子超越父亲。 于是，儿子们从小就听母亲像唱催眠曲一般念叨：“你跟你爸爸不一样，你要。”他们被迫负担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自责的女儿的登场。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有时代和性别因素的影响。 从时代来说，当日本从成长期进入停滞期之后，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即婴儿潮第二代，已经很难期待能超过父母的经济成就和教育水准。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已达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学历膨胀现象。孩子超过父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另外的一个性别因素也不可忽视。 当结婚以外的获取社会成就的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女儿们成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母亲对女儿和对儿子的期待的性别差距缩小了。我把这视为少子化现象的效果。无论如何，性别差距的确是缩小了。这是应该被欢迎的现象吗？母亲对女儿的期待。 包含着对儿子的期待，不同的两面性。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信息：要像儿子一样成功，要成功的做一个女儿。无论哪一种，在母亲对女儿的“别像我这样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谴责。接受了这种相互矛盾的双重信息的女儿，不能不陷入分裂状态。 如果说不开心的女儿是高度成长期的产物，那么那一代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后，继而登场的，则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为负债而苦恼的自责的女儿们。和不成器的儿子一样，女儿们也被期待具备能够对母亲的幸福负责的能力和状态。但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们为了达成与母亲的同化。 他们要代理实现母亲的缺憾人生，很难逃离这份债务。信田左鱼子在《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的女儿的哀叹》一书中，以丰富的事例将女儿们的现实状态描写的淋漓尽致。在我看来，从自责的女儿到自伤的女儿，只有一步之遥。近代社会中的女人的厌女症。 在《成熟与丧失》一书中，江藤以小岛信夫的小说《拥抱家庭》为素材，写下了一段让人不安的神谕。对于小说中主人公的妻子石子，做母亲、做女人是他厌恶的对象。江藤将女性的自我厌恶称为近代给日本女性植入的最为深刻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自我厌恶。 可以说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女性的普遍情感。将厌女症的历史性表达的如此明确的论述，我在别处从未见过。厌女症是有历史的，这就意味着既然有起源，那么耐用期就总会有时效的时候。对女主人公石子的厌女症，江藤举出的一个原因是对丈夫的竞争心。 石子的丈夫当年留下妻子独自一人去美国留学，如今成了大学教师。江腾指出的这个原因很有道理。在战后男女同校的制度之下，考分竞争在原理上没有性别差异，肯定有不少妻子能对丈夫说：“学生时代我的成绩更好。”所以，丈夫越成功，妻子一方被剥夺的感觉就越强烈。 厌女症通过比较而被强化，将两者相比，也就意味着两者是可以比较的。之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双方具有可比的公约项。在性别和身份的差异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来接受的世界里，有的是区别而非歧视。只有当都是一样的人，这种可以公约的分母出现之后，歧视是不应当的心性才会产生。 性别歧视本身并非从前不存在，但近代通过比较，反过来将这种歧视强化了。所以，控诉性别歧视的女性主义是作为近代社会的直接后果而诞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已故的女性学先驱居齿席美对从区别升格为歧视的变化表示欢迎，而不愿看到这种变化的人们，则总想把歧视拉回到区别。 作为自我厌恶的厌女症，男人的厌女症是对他者的歧视和侮辱，因为男人不必担心会成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的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歧视。可是女人呢？对于女人，厌女症是对自身的厌恶，怀着自我厌恶的活下去，对任何人都是一件艰难的事。社会性弱者，无论哪一类，都承受着同样的范畴的暴力。 因为制造和划分范畴的是社会的支配性集团，在这里，让我引用一段将这种机制表达的极为精彩的日语文章。这是铃木道延真对小松川事件的犯人李真宇在一九六六年写成的《恶之选择》一文。当少年绝望的喃喃自语“我是朝鲜人”的时候，这里的“朝鲜人”一词其确切含义是什么呢？ 语言中包含有历史和价值，被日本人蔑视的“朝鲜人”一词，顽固地拒绝着被消解为一种单纯的人种事实。当一个人说“我是日本人”的时候，这是一种事实认定；但人们不能以同样的含义和语气来用日语说“我是朝鲜人”，只会说日语的少年不得不勉强地以身承受日本人在日语中加给“朝鲜人”一词的所有含义。 铃木是法国文学学者，以研究普鲁斯特而闻名。他为什么要来论述李贞宇呢？这个谜从他将李贞宇称为“日本的让热内”可以窥探其中缘由。让热内这个小偷、诗人、同性恋者，从而萨特为他写出大著《圣人热内的越轨者》。少年时代的热内。 有一天，因为偷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发觉而被叫做小偷，于是他下决心：我被叫做了小偷，所以从此我决定做一个小偷，让热内将命运改变为选择的自由。正是让萨特着迷的存在主义式自由的形式，在少年李真宇身上，铃木也看到了同样将命运改变为选择的遏制选择。 西蒙·德·波伏娃写道：“女人不是生来，而是变成的。那么，女人是怎么变成女人的呢？是通过接受女人的范畴，通过自知‘我是一个女人’而变成的。可是，正如朝鲜人之于少年李贞宇，女人这个范畴也充满了轻蔑。语言世界限于个体而存在。” 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是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者。女人的范畴在自我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个体从他人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明，“对我是女人”。但个体如此自我定义之时，女人就诞生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当一个人回应。 为那个女人的质询时，女人的主体就诞生了。内田树在《私家版犹太文化论》一书中论到，所谓犹太人，就是对犹太人的范畴迟来登场的人们。同样，女人也是对那个范畴迟来登场的人，因此在接受那个范畴的时候，也必须同时接受那个范畴所承载的历史负荷。” 但是除此之外，并无自由的选择。铃木以少年李真宇为例，出色的剖析了这个矛盾悖论。将铃木的论述用到女人身上，即可这么说：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艳女症姑且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 就是对那个指定位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没有厌女症的女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有时会听到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这种说法其实应该翻译成。 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将“女人”这个强制的范畴改变为选择，解放的关键应该就在其中。第九章，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作为反面教师的母亲，女人的厌女症从母亲处学来，母亲通过厌恶女儿的女人味儿。 而在女儿心中根植自我厌恶的意识，女儿则通过目睹母亲的不满足、不如意而轻蔑母亲。当少女迎来初潮，告诉母亲时，如果母亲用一种仿佛看到秽物的语气回答：“你也终于成了女人了”，这会让很多少女受伤吧？要是女儿被母亲告诫：“好好收拾卫生用品，千万别让爸爸、哥哥、弟弟们看见。” 这会让少女不但不能为自己身体的变化而喜悦，反倒怀有一种必须对他人隐藏的羞耻感吧。同时，孩子们也看到，在孩子的人生中，作为最初的绝对权力者登场的母亲，却伺候并被控制于更为强有力的权利者。母亲的不如意与自己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混为一体，母亲一边诅咒自己的人生。 一边就将同样的人生强加给女儿，引来女儿的憎恶。女儿一边视母亲为不想成为那样的人的反面教师，但同时也想要知道，要想解除母亲的束缚，必须借助他人之力。对这种只能委身他人的人生深感无力，而且她还预感到自己委身的那个男人，或许与不合理的支配母亲的父亲一模一样。 为此而恐惧不安，徒劳的看不到出口的无尽循环。母亲的代价。社会上一边对成为母亲的女人道喜，不把没做母亲的女人当成人对待，但却一点儿也不去分担母亲承受的重负。女人也许为当上母亲而喜悦，但要意识到为之付出的代价之大，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当然，这里必须加一个条件，即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下。在近代之前，支配阶层的女人只管生，孩子生下之后，自然有人来养；而下层百姓家的孩子，则无需费时费心，自然就会长大。前近代的女人们没有近代之后的女人那么多烦恼吧？而且，在一切都被决定，女儿只能有与母亲一样的人生的社会里。 母亲和女儿无需相互竞争，或许可以说，前近代的女人们有苦劳，但没有苦恼。对于自己付出的代价，母亲想让孩子来补偿。如果是儿子，补偿方式简单明快，即出人头地，将母亲从蛮横粗暴的父亲手中拯救出来，终身恭顺孝养。在父权制度之下。 母亲的最终胜利和最大报酬，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恋母情结的孩子，让儿子继承家业以后，自己登上家业继承人之母及皇太后的地位。女儿呢？女儿早晚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对女儿的投资不过是白白扔进阴水沟，不能期待投资的回报。可是这种常识已经是烧钱一个时代的了。 现在，女儿终其一生为母亲的所有物，并不因为出嫁了，女儿便可以免除娘家父母老后的护理义务。母亲也指望女儿来照料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希望接受护理的家庭成员顺序中，第一位从儿媳变成了女儿。与此相应，实际上有女儿护理父母的比例也增加了。于是，出现了母亲在现实中依赖女儿。 但口头上却要否认的现象，有的女儿代替长男的弟弟收留照料母亲，母亲却终其一生一直哀叹，让女儿照料自己，我好可怜。女儿听到的是母亲的哀叹，而不是被感谢，却还得继续照料下去，实在很悲哀。母亲要女儿代理实现自己未能满足的欲望。 这是在女性的人生选择机会增加了之后才出现的新进现象。现在的女性失去了不过只是个女人，反正就是个女人的借口，也有了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成就的选择可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这二十年里，选择进四年制大学的女生人数急剧上升，超过短期大学。同时，在女生选择的专业中， 医学系、法学系等实用学科增加了，在最近的国家医生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中，女性占及格人数的三成左右。在这个现象背后，我看到了两代女人的执着。女儿的高等教育没有母亲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的。即使父亲说女人不需要什么教育，短期大学已经够了，但母亲也坚持抵抗，支持女儿。虽然你父亲那么说。 别担心，学费我给你出。有这样的后援，女儿才能升入大学。女性对资格证书的热心，是出于女孩子也应该有一技之长的意识。在这种意识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母亲一代对现实的把握和绝望。女生进工科和经济系的很少，这是因为母亲一代在结婚前有过办公室白领职员的经验。 他们深入骨髓的懂得，在需要集体协作的职业领域是没有女人的地位的，所以他们劝女儿去寻找只要有了资格便能单干的职业。随着少子化现象，女儿成了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很可能只有一个女儿或都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不会有性别差异。 事实上，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养育、接受着像儿子一样的教育投资的女儿们为数不少。大学升学考试落榜后再次挑战的女生比例上升，也是这个原因。可是，女儿还是与儿子不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女性的选择可能性扩大的时代。 同时，也是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的双重负担，使女儿的负荷更为沉重的时代。假如是一个既有女儿也有儿子的家庭，母亲会为儿子倾注更多的精力财力，这使女儿的角色更加微妙复杂。女儿必须回应母亲的期待，成为优等生，但为了不至于威胁到母亲更溺爱的儿子的地位，又要费心使自己的成绩不要超过哥哥弟弟。 在《噩梦》一书中，小仓千家子描写了处于这个位置的女儿的苦恼。虽然是个女人，但要做出与男人匹敌的成绩，却又绝不能压倒了哥哥。母亲为女儿的幸福高兴吗？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获取的价值和他人给予的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 后一种价值似乎高于前一种。酒井顺子的《败犬的远吠》一书这样告诉我们：在前一种价值不能期待的时代，女人们可能还活得轻松一点；但当今的女儿们，前一种价值和后一种价值都必须满足，母亲也变得期待女儿能将两种价值都实现。有的母亲等着给结了婚的全职女儿带孩子，对这样的母亲。 女儿会感谢吗？这种母亲，其实在对女儿宣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对你放手”，这等于是说你的人生属于我，作为我的分身，实现我的梦想蓝图，才是女儿的职责。信天佐鱼子有本书题为《以爱的名义的支配》，母亲的行为完全如那书名所示，女儿当然会对母亲的期待感到压抑。母亲一方将爱。 自我牺牲强加于人，性质恶劣。演员、社会活动家中田千夏常年生活在拼命让孩子成为明星的母亲的支配之下。他在一篇随笔里写了与母亲的抗争对决，对激动亢奋的坚持都是为你好的母亲。他执拗的追问到底，最后终于被母亲承认了，其实是为了我自己。 中山能够与母亲建立起这样的个人关系，令我尊敬。但我自己一直回避了这种机会。但我意识到时，母亲已经老了，弱了，不可能再去逼问已成弱者的母亲了。这个机会，我永远的失去了。假如女儿得到了幸福，母亲会为女儿感到高兴吗？母亲一方面期待着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 却又不会只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与他竞争。性别在这时候起到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当然，母亲可以为自己辩解，自己当年没有后援，女儿的成就也是靠了自己的支持。 可是成功的毕竟是女儿，不是自己。同时，对于母亲，女儿仅仅实现了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尚未完成。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无论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做一个成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把女儿当成人，同时也就是劝女儿还停留在自己的领地里。没有当上母亲的女儿，即没有像自己那样背负作为母亲的辛劳的女儿，母亲绝不会承认她是一个真正的成人。假如女儿选了一个连母亲自己也想选的无可挑剔的男人结了婚，母亲会怎样呢？新娘的母亲爱上女婿很常见。 想让自己也着迷的男人，当女婿的母亲有千千万。即便如此，和那个男人结婚的依然还是女儿，不是自己。女儿越幸福，母亲心中滋味越复杂，还伴随着女儿被别的男人夺走的丧失感。我毫不怀疑，对离婚后回到娘家的女儿，母亲在心中是暗暗欢迎的。母亲的嫉妒。 母亲嫉妒女儿，每当女儿快得到幸福的时候，母亲便出来干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心理学者颜月千丝炮制了好几本关于母女关系的书。当然，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自从女性学登场以来，母女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当然，这也是弗洛伊德之后的心理学一向只谈父子关系，而将母女关系等闲视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海伦·多伊奇、梅兰妮·克莱因等弗洛伊德学派的女性心理学者们竭力想建立弗洛伊德未完成的关于母女关系的理论体系。以弗洛伊德理论来解读母女关系的最出色的著作是竹村和子的《关于爱》一书。 书中讲到，婴儿不分性别都密切的依赖母亲，父亲的角色是用阉割恐惧来分离母子。可是女孩子本无阳具，无法阉割。更准确的说，女孩子是把阳具置于母亲腹中了，所以一出世便已经是被阉割过的了。女孩子与男孩子一样，以母亲为最初的爱恋对象，但女孩子却不能像男孩子那样。 通过与父亲的同化来将母亲作为欲望的对象，女孩子不但不能爱母亲，也不能爱与母亲属于同一性别的对象，因此女孩子的爱恋对象的丧失较男孩子更为根源。为了忘却那种丧失，女孩子将丧失对象内化于自己身体中，这就是忧伤及抑郁状态。忧伤就是对所爱对象的忘却。 对于女儿，对母亲的爱被禁止，必须将之忘却，所以像母亲一样，即女性性本身就是抑郁的。经竹村这么讲，我发现被视为女人味儿的要素，比如节俭、娴静等等，与忧伤何其相似！换言之，自我欲望的意识与实现，在出生之前便已受阻，这种存在就是女人。倘真若此，生为女人多不合算。 母亲与女儿的和解。最近接连出版了不少关于母女关系的书籍，有信田左与子的《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叹息；还有斋藤环的《母亲支配女儿的人生》，弑母为何困难？压卷之作则为佐野洋子的《镜子》。本章的执笔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刺激和启发。斋藤环是拉康派的正统继承人。 他的母女论对于熟悉弗洛伊德理论的人很好懂，不过有一个男性学者来解剖母女间复杂纠缠的关系，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也无法满足。正因为好懂，不自在的感觉也就更为强烈。与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单纯。在父子关系中，儿子弑父之后去替代父亲的位置便了事，儿子只需憎恶作为压迫者的父亲即可。 但女儿对母亲却不尽然如此，斋藤说：“儿子有很多切断父子关系的机会，但女儿并非如此。”有论者将与厌母相通的厌女症视为近代以后的产物，我不那么认为。至少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女孩子的厌母有更为根源性的因素。如果斋藤所主张的，是说母亲本为婴儿欲望的绝对对象。 厌母是起源于婴儿对于母亲的分离的怨恨，那么厌母应该是不分性别的。即便婴儿的厌母确如斋藤所言，南希·霍多罗夫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个历史性事实，即婴儿的最初抚育者为母亲。另外，不具有阳具便等于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的吧。 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一种有力的倾向是对他的理论进行历史化的解释，只把他的学说视为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别分化机制的理论，而不是视为关于人类普遍心理的学说。斋藤说，弗洛伊德的假说对性别分化的过程机制提出了明晰而体系性的解释。 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这是事实。但我认为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斋藤的书书名副题为“世母为何困难”，可是世母的问题，表面看来没有时代之分，其实也是当今特有的现象。在过去，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契机。 不管怎么哭，怎么换，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娘家母亲再不能对女儿多嘴，女儿对娘家母亲也不能多管。婚礼时，三三九度的最初两杯酒，第一杯是与婆家双亲结亲子之盟，第二杯才是结夫妻之约。对于女人，婚礼就是重新结成亲族关系的不可逆转的仪式。 女儿出嫁以后，母亲还能终身支配，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相反，信田左与子的书名中的“守墓女儿”一词，表面看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反倒是非常现代的现象。在父权制之下，出嫁的女儿作为儿媳所守的，应该是婆家而不是娘家的墓。父母本来不能期待女儿为自己守墓，现在不但有不婚的女儿。 还有出嫁以后也切不断与娘家关系的女儿，如果没有他们的登场，就不会出现守墓女儿的叹息了。对于这种历史变化，信田自己也意识得很清楚。他说：“守墓女儿的叹息居然能成书名，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这个词要引起感同身受的共鸣，需要具备如下几个社会条件。 母亲寿命延长，女儿结婚年龄随高学历化而上升，母亲的经济状态比较富裕，女儿有职业，但又因非正规雇佣人口的增长，其经济状态不稳定。少子化现象导致独生女增多等等。因此，在今天谈论母女关系，与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谈论存在于任何时代的母女关系是不一样的。 也与谈论二十年前或四十年前的母女关系不一样，信田说：“由于上述历史条件的变化，现在母亲的依赖对象不是儿子，而是女儿，这是女儿地位上升的证据吗？”另一本母女关系的书，著者是佐野洋子，她说：“母亲其实一直嫉妒我。作为一位学业优秀的长女，她一直对母亲怀有憎恶。” 左眼接受了大学教育，一直拥有职业，这在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他的母亲与世上许多母亲一样，比起优秀的女儿，更溺爱病弱的哥哥。富有绘画天赋的哥哥十一岁时突然病逝，妹妹便接替哥哥接下了哥哥的绘画用具，背负着父母的期待，升入美术大学，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看到女儿的华丽成功，母亲满脸不开心。 不是你那么辛辛苦苦的供我上大学的吗？我不是在好好的工作吗？你为什么要那么阴沉，那么不开心？昨夜对母亲一直抱有一个不能消逝的一念：当哥哥死去的时候，母亲一定在心中祈愿，死的是女儿就好了。昨夜一直无法爱上母亲，一直怀有憎恨，同时又一直责备憎恨母亲的自己，憎恨父亲的儿子。 不会责备自己吧？父子关系与母女关系的决定性差异，或许就在此处。憎恨母亲是不被原谅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仅仅因为憎恨母亲，女儿就得把自己当做非人一般引以为耻。为什么？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佐野的书中，比起对母亲的憎恨，更多的是充满了对自己的谴责。 在用钱把母亲扔掉了的老人公寓里，母亲渐渐患上了痴呆症。那么要强，那么粗疏，从没表扬过女儿，从没说过对不起、谢谢的母亲，痴呆了以后变得像个菩萨。自从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被推开以后，就再也没牵过的母亲的手。昨夜第一次去牵了，去抚摸一直不愿接触的母亲的身体。 钻进母亲的被窝去陪睡，这些都是母亲痴呆以前不可能的事。佐野说：“神志清醒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喜欢过。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之后，他才与母亲和解了。”听到痴呆的母亲说出“对不起”“谢谢”的时候，佐野放声痛哭，终于从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责中解放出来了。活到今天，真好。 他的表达是我被原谅了，而不是我原谅了母亲。他的自责意识强到了那个程度吧？读者是否会松一口气，终于赶上了母亲还活着？不，人生不是总能赶上的。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我自己与母亲的和解，没有赶上母亲去世之前。 在我原谅母亲、被母亲原谅之前，他已经走了，时机已经错过了吗？可是死者也会成长，女儿的母亲存在于女儿身体之中，在与他的反复的对话中，我体内的母亲在慢慢发生变化。无论是回应母亲的期待，还是背叛母亲的期待，只要母亲还活着，女儿就不可能逃离母亲的束缚。 无论是顺从还是叛逆，母亲都一直支配着女儿的人生，直到死后。女儿对母亲的怨恨表现为自责和自我厌恶，女儿无法喜欢，不能爱上母亲的自己，因为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对于女儿厌女症，总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自我厌恶。有解决办法吗？正如信田所言，母亲像女儿。 女儿向母亲互相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第十章，父亲的女儿的厌女症。作为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在前一章我写道，将厌女症交给女儿的是母亲，可是，在那以前，将厌女症植入母亲脑里的，是她的丈夫。 母亲为父亲的厌女症的代理人，女儿通过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学到父亲的厌女症。再重复一遍，所谓厌女症，就是男人的女性蔑视、女人的自我厌恶的代名词。家庭暴力的定义，在二零零四年《防止家庭暴力法》得到修正以后，不但指身体虐待、经济虐待，还包括精神虐待在内。 比如，即使没有直接的拳打脚踢，但在日常生活中，丈夫经常性的辱骂妻子：“你这个蠢货，什么事也做不成，没趣的女人。”这种行为就称为虐待。被虐待的一方变得自轻自贱，陷入无力感，被夺去自信心，失去生活下去的力量。家庭暴力的这种定义扩展，会让许多女性恍然大悟吧。 原来我结婚以来一直都在受虐待啊！我不禁想反问男人们：“那你怎么和这种蠢货、无趣的女人结了婚呢？”其实正因为是蠢货、无趣，男人才选为结婚对象的。有个可以随意嘲弄的女人在身边，可以让男人在一生中反反复复的确认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男人不会放过他可以轻蔑的女人。 确保一个这样的女人在身边，是男人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条件。秋叶原事件，K 君的得女人喜欢、有人气的愿望，不就是他自己也想得到一个那种女人吗？男人以可以轻蔑为条件选择结婚对象，选择比自己学历低的女人，然后骂你这个蠢货，这不过是预言的自我实现。 在父母教育投资偏向儿子的父权制社会中，丈夫的平均学历高于妻子，但这不是本人能力的问题，不过是性别差异的结果。可在具体的夫妻之间，却表现为个人间的权利关系。男人们忘记了，之所以选了你这个蠢货为妻，正因为是蠢货才选的。选择聪明女人的念头，压根儿就从来都没有。 女儿一直目睹眼前的父母关系，为自己将来也会变成母亲那样而体味到一种绝望感。不过，女儿拥有不同于母亲的特权：第一，她可以以母亲为反面教师而拒绝成为母亲那样；第二，她可以成为父亲的诱惑者，挤入父母之间，从而获得优越于母亲的地位，在争夺强者父亲的宠爱的竞争中。 战胜作为对手的母亲，女儿就可以更加轻视母亲了。我才不会像母亲那样失败，我更能抓住爸爸的心。接受了教育的女儿，代替没文化的母亲，爸爸的知性和不被理解的孤独，我比妈妈更能懂得。女儿与父亲结盟，一同轻蔑母亲。当父母不和时，女儿甚至批评母亲，就因为你这么任性，爸爸好可怜。坚决站在父亲一方。 父亲的女儿。就这样，女儿成了父权制下的父亲的女儿。当田岛洋子还是一位英国文学研究者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女儿》的很好的随笔。悲剧厄勒克特拉，就是厄勒克特拉从母亲的女儿变为父亲的女儿的成人仪式过程报告。女儿的弑母是父权制对女儿的考验。 如果他想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接纳，就必须承认父亲的有利和优越性，并默认一切压抑和社会性不公正。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二者择一，厄勒克特拉选择了后者。被阉割意味着压抑母亲的话语，压抑母亲要求正义和公平的抗议话语。 也就是承认女人的生命轻于男人，甘愿接受性别压迫。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厄勒克特拉常被当作俄狄浦斯的女性版。俄狄浦斯不知真相的杀父娶母，而英雄阿伽门农的女儿厄勒克特拉为报复仇而杀母，因为她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与表兄埃奎斯托斯合谋杀死丈夫后与之再婚。 厄勒克特拉没有站在母亲的欲望一方，而是成了父权制下父亲的正义的代理人。这种行为是对母亲的欲望必须从属于父亲的正义这个原则的再次确认。因此，厄勒克特拉从一开始就是被阉割了的女儿。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儿子的故事与女儿的故事是不对称的。 儿子因对母亲的欲望而被父亲阉割，但女儿却是早已被阉割了的，也就是说，女儿就是已被阉割的儿子。更通俗的说法是，小鸡鸡忘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对已经被阉割了的女儿，不可能再次阉割，也没有必要。作为诱惑者的女儿，可是父亲与女儿的关系。 不仅仅只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是具有两面性。作为孩子，女儿是绝对的弱者，比儿子更弱的弱者。但儿子与父亲存在竞争对抗的关系，而女儿却成为父亲的诱惑者。更准确的说，是被父亲制造成诱惑者。对于父亲，女儿既是自己的分身，是最爱的异性，但同时她的身体又是被严禁接触的。 所以，女儿对父亲是伴随禁忌的、充满魅惑的对象；对父亲来说，女儿既是属于自己，但又绝不能触碰的异性。当我的一位同龄男性当上父亲时，我曾听他抱着还在吃奶的女儿说：“谁要是夺去了我女儿的处女身，我就宰了他。”父亲对女儿的拥有与禁忌的悖论困境，没有比这位父亲的话表达的更充分的了。 如果可能，一辈子也不让女儿离开身边。妻子只是至终也不能互相理解的异形的他者，而女儿总还有几分自己的克隆，也是自己精心养大的，有种如皮格马利翁一般的对自己苦心之作的爱恋。女儿才是至高的恋人，比起妻子，更愿把女儿放在身边。要是可能。 与女儿交构成双，自闭在无底的黑洞中，享受无上的幸福，成为女人一生唯一的男人，这不是父权制下男人们的一种终极梦想吗？可是，这种写起来就让人浑身不快的梦想，不单单只是梦。不绝如缕的父亲对孩子的性侵犯事件，让我们看到这种禁忌的被侵犯是何等容易。 在日本文学中，这种梦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毫不知耻地写进各种文本之中。《源氏物语》中的源氏与玉环和子尚的关系都是例证。玉环因为是源氏的养女，所以源氏最终放过了她；但直到出嫁为止，源氏对她的视线充满了性的意味。子尚没有后盾，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这成为源氏带着性目的去接近他的借口，用现在的话来说，几乎就是儿童性侵犯，被称为“洛丽塔情节”或“皮格马利翁情节”的男人的性嗜好的渊源，无疑是以父亲对女儿的关系为原型。魅惑明明是男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可在事后却构建为来自对方的诱惑。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 为“洛丽塔”情节一词的来源，在这本小说中，十二岁的洛丽塔被写成摆出媚态诱惑男人的坏女孩，这种描写为男人准备了借口：“是那个孩子在诱惑我，我抵挡不住啊。”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描写了在伊斯兰教管制下的德黑兰，教英国文学的女老师和女学生们一起偷读《洛丽塔》的故事。 伊朗的年轻女读者们没有落入博纳科夫的男人话语，他们准确的看出这不是性骚扰小说吗？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少女，当她被放在对自己露骨的表现出性兴趣的男人家中，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生存策略吗？她不过是在一个被迫的环境中巧妙的行动了而已。可是事后，男人一方却指责。 那个孩子是个坏女孩，把她说成是一个诱惑者，将诱惑的魅力赋予给这个孩子的能力，只有男人才具备，少女本身是没有的，因为少女自己并不能控制这种诱惑资源。不过，女儿可以通过学习诱惑者的角色来打击父亲的权利，通过与父亲共演父亲的女儿的角色。 侮辱父亲、嘲笑父亲，甚至可能颠覆父女间的权力关系。古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可称日本版《皮格马利翁》小说，描写了一个原本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后来将有养育之恩的男人随心所欲的操控于掌中的故事。日本的父亲的女儿，从父亲的女儿的视角去回顾日本文学史的。 是中世文学研究者田中贵子的《日本的恋父文学史》一书。田中既不提弗洛伊德，也不提性别理论。他说“父亲的女儿”一词，我用来表达接受了父亲的价值观的女儿之意。然后他又轻易地换称为“恋父女儿”，说恋父女儿的特性是代替父亲完成未尽之业。可是，尽管女儿全心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却因身为女人而不能顺利实现。田中以西乡隆盛之女的传说为例，指出父亲的女儿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安慰含恨死去之父的在天之灵。所以，无论东方西方，女儿都是扮演厄勒克特拉的角色。父亲的女儿与父亲发生性关系的事例，田中从《不问自语》一书中找到。 主人公二条在与后身草上皇之间的关系中，被置于父亲、情人、主人的三重束缚之下。田中指出，在恋父关系中，父亲常常作为绝对强者，阻力在女儿面前。可是，如果女儿一旦委身于这种束缚之中，她又会感到异常甜蜜甘美。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女儿不像俄狄浦斯那样去反抗父亲。 尽管有些犹豫，但还是选择自甘被束缚的道路。将父亲的女儿的故事描写为一个不但对于父亲，对于女儿也是甜蜜甘美之世界的，是英亭医术的《我的男人医术》一书。这部小说获得第一百三十八届直木文学奖。据报道，因书中内容太有违风俗，部分评委,委委员对受奖表示过迟疑。 小说写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男人收养了一个因天灾失去家人的亲戚孩子，独自把他抚养成人。在他进入思春期后，与他发生了性关系。那个收养的亲戚孩子其实是男主人公自己的女儿，事出有因，不能公开他的真实身份。这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版子上的故事。小说中包含了《洛丽塔》情节。 皮格马利翁情节、血缘幻想、家族神话等诸多元素，加上故事舞台设在有浮冰飘来的鄂霍茨克海沿岸的北方寒村，给作品带上异常鲜明的地方色彩。这一切混杂在一起，让人有些目眩。所谓有违风俗的评语，不过是因为对于评审委员来说，这部小说点破了他们因为太明了而不敢承认的欲望而已。 同时，医术这个让人难辨作者性别、看似男性的笔名，让人感觉是一种为掩盖向男性同化的伪装。在名为《我的男人》这部小说中，父亲与女儿均陷入性的黑洞之中，共同拒绝走出那个重力圈，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即使失业，父亲还是选择只为女儿而活。 当两人关系面临暴露时，连杀人之举也不踌躇。那是一个不容任何他人介入的完全自足的世界。小说虽然在形式上选择了多声部的写法，但书名本身已明确表明，故事是从父亲的女儿的角度来写的。书名为《我的男人》，而不是《我的女儿》，这一点颇具意味，因为。 为了让父亲的女儿的故事被父亲们接纳，需要一个条件，即表明那正是女儿自己所求所愿，不是我坏，是那孩子引诱了我。女儿不愿走出父亲的重力圈，若非走出不可，宁愿选择一同毁灭。对于父亲，还有比这更甜蜜甘美的故事吗？不过，女儿拥有的作为诱惑者的权利也潜藏其中。 让父亲最终完全属于自己，向自己跪拜，为自己献上全部人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唯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他的女儿。早于樱庭的这部小说四十年，有另一部描写了女儿与父亲的甜蜜甘美的黑洞世界的作品——桥仓由美子的《圣少女》，主人公是高中女生，遇到一个中年美男子。 那人曾是母亲的恋人，少女凭直觉感到，那个母亲的恋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她委身于男人的诱惑，不但委身，甚至主动使劲手腕去诱惑他。主人公不过是一个性经验尚浅的黄毛丫头，对方却是碾熟男女之道的中年男人。这样的小姑娘能成为中年男人的诱惑者，理由也只有一个：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对于男人将自己通奸生下的亲女儿，在不知不觉中作为性爱对象，或许是父权制下的又一个男人之梦。事实上，英婷在小说中暗示了父亲少年时与寄养家的年长已婚女性的通奸，所以后来他收留的养女其实就是自己的女儿。苍桥的那部作品在最后表明。 这是一个编造周密的虚构故事，母亲的恋人并不存在，少女与生父一直保持乱伦的关系。作为父亲的创造品，女儿终将爱上父亲，及预言的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苍桥的小说依循了皮格玛丽翁小说的惯例，但这部小说的复杂巧妙之处在于，被创造者主动的去爱创造者，因为那是终极的自恋。 这么看来，自恋色彩浓厚的、令人生腻的苍桥的文体，也可以解读为自我意识过剩的自体中毒症状。作为诱惑者的女儿，甚至把对父亲的爱用来当做自恋的资源。父亲的女儿不单单是从属者，也是诱惑者的权利的拥有者。他知晓女儿对父亲的特权，彻底的利用，伺机将权力关系颠覆过来。 向父亲复仇，父亲的女儿与恋父情节并非同义词。如果父亲是完美的恋人，女儿会愿意和父亲一起停留在甜蜜而自闭的小宇宙之中吧？这时，父亲和父亲的女儿同为共犯。可是那样的世界只存在于故事之中，在现实中，大多数父亲是不完全的男人。 他们的支配欲、自我中心、权力欲和卑贱也会显露在女儿面前，屈服于女儿的诱惑，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卑贱最大的证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肉欲，将离自己最近、最不能抵抗的女儿作为发泄低劣性欲的道具，并为了掩盖而无耻的涂抹谎言。 所以，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诱惑那一刻开始，女儿就拥有了蔑视父亲的充分理由。这时，父亲仅仅只是一个侵犯者。美术家尼吉桑法勒写道：“十二岁那年，父亲把我当做情人。”这句话出现在他六十岁以后写的自传里。在那之前，对于他经历的来自父亲的性侵犯。 在他的影像作品《爹爹》一篇中，只是隐晦的提及，让人隐约有些察觉，但他一直没有明确的公开这个事实，将事实作为事实来承认，需要五十年的漫长岁月。由于生父的性接近，他陷入混乱，感到愤怒，内心郁结着难以遏制的攻击冲动，被送去看精神科医生。尼基写道：“爹爹，你本为上帝。” 为何跪在我的面前？你在做什么呢？跪下，铁铁，求求你，说呀，求求你，朝东，朝西，跪下，爹爹，我曾经多么爱你，爹爹，跪在我面前蒙着眼罩的你，猥亵、卑鄙、肮脏的爹爹。十二岁的少女为突然被赋予的诱惑者的权利而不知所措。 同时，知道了自己是父亲的性爱对象，也就等于被致命的告知自己不是父亲，自己绝不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自己只能成为母亲一样的从属于父亲的所有物。知道了父亲只是个普通男人的女儿，把父亲拉下了神坛。在自传以前的文章里，尼基曾写道：“可是他是爹爹，谁都可以触摸他，但爹爹不能。” 写下这段话时，他还没能承认的事实，在近二十年之后，他终于明确地承认了：爹爹触摸了他。因为父亲想侵犯女儿，女儿由此得到了蔑视父亲的理由。通过成为牺牲者，女儿获得利于父亲优势地位的依据。这种机制也可以反转过来，即为了侮辱父亲，利用女儿的诱惑者的权利。 这种不能启口的女儿的欲望，有位女性用语言鲜明、强烈的表达了出来。她就是写下“我甚至想象被父亲强奸了”一语的饭岛爱子。饭岛爱子，一九七零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的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七十年代的与侵略歧视抗争的亚洲妇女会议的中心成员。 他去世后，在加纳什季代等人的努力下，出版了他的遗稿集《超越侵略歧视》。收录于此书的《活着：一个女性主义的半生》一文，赤裸裸的描写了一个父亲的女儿如何脱离被父亲根植的厌女症的过程，是一篇让人震惊的文本。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潜意识深处的世界，一瞬间的白日梦。” 那是父亲被羞辱的场景，多数时候是父亲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的情景。我站在旁边高声大笑，笑着笑着，腹中有种被搔痒的快感。对，从今以后，不管我干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不能指责我了，因为我让爸爸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了。约四十年后，他加上了一段，还有一句话，因为实在太过犹豫。 到底还是没能在那时的日记里写出来。其实我甚至想象被父亲强奸了。我通过让父亲做最可耻的行为来向父亲复仇。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这种包含性隐喻的表达，据著者自己的解说，正如我们的想象，的确有性的含义。女儿站在像狗一样爬着的父亲身边哄笑。 尼基的爹爹一篇也反复出现一模一样的场景。范岛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妇产科私人医生之家，权力欲很强的父亲总是对母亲说：“所以女人就是不行。”因此，对于他，女人是种麻烦的东西，是应该被轻蔑的下等存在。他写道：“厌恶女性、贬低女性的心理由父亲塑造，由母亲传给女儿。” 本应是厌恶父亲、批判母亲的女儿，成长以后，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又与结婚对象重演母亲对父亲的关系。他回顾道：“本来驱使我的原动力，是从自己受到的性别歧视、性别压抑中逃离出来，可那其实是一种忌讳女人与男人同化的欲求，自己心中的欠缺感化为憎恨，化为迷途的上进心。” 也化为对同性的轻蔑，并让我投入性行为。这种对父亲的反叛和侮辱，在有自伤倾向的援交少女及十多岁的卖淫少女身上也能看到。他们将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嫖客视为父亲的代理人，把自己的身体供奉给这些男人的低劣卑贱的性欲，将属于父亲而父亲又绝不能玷污的。 女儿的身体像扔进臭水沟一般，让男人们随意玷污。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实现向父亲的复仇。当然，他们的复仇只能用自伤自罚的形式。这正是作为绝对弱者的女儿们选择可能性的狭小之处。社会心理学家艾利克·艾利克森早已指出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机制称为“自我身份确认的否定性形成”。 他注意到，在青春期少女的自我身份认同扩散综合症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带着绝望感的尝试。有的少女走向卖淫，通过越轨行为来惩罚什么也不是的自己，从而确认还是点什么的自己。他还注意到，这些少女大多出身于牧师、教师类家庭，父亲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在父亲面前弱小无力的他们。 通过自伤自罚向父亲复仇。我们可以发现，埃里克森指出的事实与清水千奈美在《不能告诉父亲的事》一书中揭示的现象很相符。清水从他的信息提供者的报告中发现，在思春期由于父亲的性接近而留下不快记忆的女儿中，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比例尤其显著。 公务员的职业既带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同时又是谨小慎微而伪善的。他们对女儿的性接近，也是因为除女儿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接近的对象。这么看来，在英廷一树的小说《我的男人》中，主人公父亲的职业为海上保安厅职员，也颇具意味：既非父亲的女儿，亦非母亲的女儿。 父亲的女儿会重复生产父权制下的父亲的女儿，做父亲的女儿意味着甘心忍受自我厌恶和性别压抑。我们必须切断这种恶性循环。可是，要想从父亲的女儿转换为母亲的女儿，绝非易事。只要母亲依然充当父权制的代理人，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反之，如果父亲想忠于自己的欲望， 女儿又会目睹她受到父权社会的严厉制裁，将母女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来思考，是从女性主义开始。我们从中懂得，母女关系绝非顺畅如意。正如田导所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要想脱离父亲的女儿，应该是拒绝二者择一的任何一种选择。 为了脱离现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表达家庭成员关系的词汇都已被写进了厌女症。母亲也罢，女儿也罢，无非都是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母亲的解放，从母亲的解放和女儿的解放，从女儿的解放，互不可分。 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男人世界中的死角。上野君，我跟你说，不管活到多大年纪，这个世界还是只有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是一条藤上的瓜，分不开的，还是一起过最好。男人们的这种嗡嗡嗡声，老是响在我耳边，挥也挥不去。 一起过最好，只是对你们男人而言吧。我本想当场回敬过去，但总没能说出来。暧昧的微笑着的脸，肌肉渐渐僵硬。我原想告诉他们，女人早就开始建构无需男人的女人世界了，只不过在你的世界中成了死角，你没看见而已。但有闲说起来麻烦，便沉默了。当酒井顺子登场的时候。 我曾发出感慨：不去在意男人视线的女性写手终于出现了。这种不去在意男人视线的世界，指的是在男人主宰的媒体世界里的女人世界。这种女人世界可以称为女人的治外法权区域、自治区，也可以叫做女人的指定集中居留地、隔离岛、租界等等，叫法敬随尊便。 也可以说，酒井体现的是一种女校文化。当今世界是男女同校文化，不，更准确的说是男校文化和附属于男校的异性恋文化的世界。对于男人，女校文化是永远的谜，是从未踏入的处女地。男人世界之外的处女地，未知的新大陆，与从前的新大陆一样，未知的只是欧洲人。 对于当地人，既不是什么谜，也没有什么可发现。女校亦然。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世界。男人知道的，只是男人世界和与男人在一起时的女人。理所当然，没有男人，只有女人时的女人的举止，男人们是不知道的。在女人聚集之处，只要有一个男人登场，女人的举止顿时不同。 所以，男人终究无从知道，只有女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可是，女人是知道的。女人在有男人时如何举止，在只有女人时又如何举止，其间的落差，女人知道。如果一个女人无意识的跨越了这种落差，对她的天真无邪的媚态，其他女人不能原谅。而在懂得这种落差的默契共识的同道之间。 对于能够有意识的操纵这种落差的人，或是赞赏，或是奚落，将女人世界的默契共识泄密给异性，几乎等于背叛、犯规。酒井顺子自登场伊始便一直在写属于女人、来自女人、为了女人的文章。她毕业于以培养良家女子而闻名的立教女学院。 这位早熟的写手在大学期间便已使用玛格丽特酒井的笔名，在杂志《All Life》发表随笔。作为写手，从最初开始，他头脑中就只有女性读者，也获得了女性读者的支持。现在，酒井在男人主宰的媒体周刊《现代》上写连载专栏，可在那里，他依然完全以女校文化的面孔出现。 在我看来，他过于不设防，但那也许是有意为之。他的毫不在乎男性读者的写法，使他的专栏在男性媒体中具有附加的商品价值。我无法预测女校文化在男性媒体中的鲜度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到底能够保持多久。或许在失去鲜度之前，他会改为迎合男人视线的文体。 迎合男人口味视线的女写手不计其数，我很有兴趣的观望，在酒井变为其中一员之前，现在这种在男人媒体中走钢丝的危险平衡状态，它能持续多久？不过对酒井来说，即使是被男人媒体晾起冷落，也是不痛不痒的吧？他只要撤回到女校文化中即可。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 女校文化已经具有足够成熟的市场规模。女校文化在男人媒体中堂而皇之登场，当然是因为作为媒体受众的女性群体的存在感的提升。更露骨的说，是因为女性作为媒体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提高。今天，大多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就无法生存。同时，这也是以前被视为纯男性媒体。 向男女同校方向发展的结果。酒井顺子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少子》一书。他说：“女人不生孩子是因为分娩很痛。”看到这位三十多岁的女人的真心话，我不由得心想：“哎呦，说这种话是犯规的呀！”他这么说其实是一种掩饰韬晦吧，说因为怕痛所以讨厌生孩子。 是为了让摇头女人的理由就是这么无聊。她的真心的真心话应该是不需要也不想要孩子，而这才是真正的禁忌。因为不想要孩子的女人一直被视为没有做女人的资格。在报纸的随笔和投稿栏里，应有的话语是：无论怎样的阵痛，一看到孩子的脸庞，顿时烟消云散。 讨厌孩子的女人是丧失了母性的缺陷品，一旦做了母亲，想法自然会变，应该如此。关于生孩子的事，我从年轻母亲那里听到的坦率的真心话，大约是从陈美玲争论的时候开始。没法喜欢上自己的孩子，婴儿好臭，讨厌，大便就是臭，自己孩子的大便照样臭，出现这种话语。 不是因为母亲们发生了突然变异，而是他们终于把以前埋在心中不能说出口的话语吐露了出来。只有当他们放心说出讨厌孩子之类的话，对于一个女人也不是致命伤，他们才能将虐待孩子的自己表达出来，并接受那个自己。后来，酒井的《败犬的远吠》成了畅销书。没丈夫，没孩子，年过三十又怎么了？ 酒井的这种姿态，从少子时候开始，丝毫未变。不过，也许是他从前一本书学乖了，不再自我肯定，而是自称败犬，摆出自我怜悯的姿态。此书成为畅销书后，没有料到的一个结果是，出现了预期之外的读者。对他的败犬论，如果读者依然限于迄今为止的女校文化圈中，大家心领神会便了事。 但当败犬论被带进 A.E. r A 这种男女同校的媒体后，却引发了充满误解的败犬争论。败犬一点儿也没败，那是明明白白的。酒井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胜败，拘泥于胜败的是男女同校的媒体。女校价值的再发现。送女儿进女校的家长。 大多是希望把女儿培养的有女人味儿吧，可是经验证明这是天大的误会。与女校生相比，男女同校女生的异性恋性别身份的认同确立更早。比如让男生当学生会会长，自己甘居副会长等等。而女校学生反倒有很多机会自由地发挥统帅才干，在没有男生来领头的女人世界里，力气活儿也好。 统帅角色也好，都得女人自己干。我在女子短期大学教了十年书，看到在和其他大学的共同野餐郊游时，男女同校的女生娇滴滴的把砍柴取水的力气活儿推给男生们做，被女校学生事后嘲笑。不过，女校生们并非不知如何在异性恋制度之下利用自己的性别资源。 他们只不过只是看到其他女生在自己眼前表演的太露骨而败了性而已。他们明白男女同校文化与女校文化的规则差异，把对两者间落差的操控调解视为一种生存技能。作为女子短期大学的教员，因为与学生性别相同，当时年龄也接近，学生们在我面前不用设防。 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对他们进行近距离观察，看他们如何生存于两种文化的落差之间。在战后 G H Q 的教育改革之后，日本各地还长期保留了公立的男女分校，但进入一九九零年代以后，在政府的男女共同参与政策的推进之下，许多学校受石流影响，开始了男女同校的改革。 在这个潮流中，F 县的名门公立女子高中也决定改为男女同校。这个千载一遇、百年一度的变革，不拿来做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实在可惜。我煽动班里一位来自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结果他交来一份让我眼前一亮的毕业论文。我推荐他向杂志投稿，论文被登载出来了，就是白景玉子的。 男生的出现带给女生外观的变化一文，白井本人大学毕业后做了新闻记者。白井是这所女子高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他妹妹则是该校男女同校后的在校生。他的研究的精彩之处是避开了去问卷调查当事人的意识变化，而是彻底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以第三者也能客观判断的外观。 作为指标来展开调查和分析。在他念高中的时候，女生们的惯例是去上学时穿校服的裙子，到学校后换为运动服的裤子。这不是学校的强制，是学生们自己的选择。裙子是最易懂也是最顽固的女性符号。男人没有穿裙子的选择，但女人既可以穿裙子，也可以穿裤子。 这意味着，女人穿裙子就是在选择扮女装。白景以经验数据证明，在男女同校改革的前后，这一惯例发生了急剧变化。男女同校后的女生们，无论上学途中还是在校园内，一直都扮女装。美国学者朱迪斯·巴勒特说：“女人味儿是一种展演。”那么可以说，女人是通过持续的扮女装而成为女人的。 男女同校的女生们是在用女装符号来实践将自己与男生们区别开来的差异化。白景的研究虽然单纯，但着眼点很好，出示不容置疑的实证数据，极具说服力。他还从其他数据发现了，在男女生共处的场景，女生倾向于退居辅助位置，节制、客气、为他人着想，所谓的女性美德。 从已有经验可知，一般来说，名门女校共学化之后，入学者的成绩数值呈下降倾向，因为成绩好的女生流向名门的男女同校，来填补这个空缺的男生，把男女同校后的原名门女校当做叫名门男校次一等的选择，所以对名门女校来说，共学化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选择。 而且，女校文化的环境本来能够自然地培养女生的积极性和领袖才干，这一长处也因共学化而丧失。名门女校在共学化的选择面前显出犹豫之色是有道理的。可是，女校并非社会的真空地带，女生们知道，只要迈出学校一步，四周全被男女同校文化包围，所以她们放学时要把运动服换为校服的裙子。 不仅如此，对女校内部，我们也不能幻想为一个充满少女们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的纯净花园，在那里展开着围绕女人味儿的霸权争斗。女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不同于男人同性社会，更加扭曲。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当中村乌萨吉登场的时候。 我的感慨和看到酒井顺子登场时一样，他们都是完全以女校文化的面孔出现在男人主宰的媒体中。中村原为轻小说作家，是一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原理支配的世界里存活下来的写手。这样的他以购物女王的姿态在媒体登场，他的行为如购物依赖症、迷恋男招待、丰胸、整容。 表现出一种过度的女人味儿，这种女人味儿男人们也很容易懂，可以说是面向异性的宣扬。他通过对那种女人味儿的极端追求来把自己商品化。他向媒体晒出整容前后的照片，表现出一种自虐性的显示欲。中村将女人的痛商品化，在这一点上与林真理子将女人的嫉妒商品化有相似之处。 可是他们两人又是不同的。林真理子是想讨人喜欢，想被爱，想结婚，其诉求面向异性，十分易懂。但中村不一样，此人只在意女人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由我看来，他体现的是与酒井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女校文化。他们三人的不同，或许与年龄有关。林真理子生于一九五四年。 中村一九五八年，而酒井则是一九六六年。可以说，男校文化和男人社会对女人的支配力度，随年代下降而逐渐减弱。中村也是女校出身，女校文化有双重标准，被男人接受的价值和被女人接受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男人世界里，价值标准是一元的，让男人倾倒的男人，女人也会倾倒。 金钱和权力是衡量男人价值的最明快易懂的尺度。男人喜欢钱与权，女人喜欢有钱有权的男人。那个库江贵文豪言：“女人跟着钱来，承灾私言。”在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之下，男人眼中的好女人，不同于女人眼中的好女人，便是理所当然的。 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女人自己无法控制，所以男人眼中的好女人，成为女人间羡慕怨叹的对象；而女人眼中的好女人，则不但与男人的视线有偏差，甚至隐含着不受男人喜欢的、让女人安心的恶意评价。我感觉到这一点，是在看到女笑星山田帮子登场的时候。迄今为止的常识是，女人不能干笑星这一行。 因为女人不能自己嘲笑自己，或者女人如果把自己当笑料，只是让人看着痛。可是山田登场了，他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我后来知道，山田出身于女校，在校期间便一直热衷于在同学中逗笑。他的这份履历让我理解了他能成为笑星的理由。山田长相滑稽，身材偏胖。 绝非讨男人喜欢的类型，于是他便干干脆脆地把自己隔离在女人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粉丝们一同建立起一个逗笑与被笑的世界。可是，女人赋予女人的价值，比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相比，位居次等。酒井把没结婚的女人称为败犬，背后便有这种意识：即女人有两种价值，一种是靠自己挣来的。 另一种是被他人赋予的，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所以没结婚的女人被称为“败犬”，因为婚姻是女人被男人选上的登记证。作为生存策略的山老假皮，关于在女校文化中的幸存秘诀，中村表达为“披上山老的假皮，山老的假皮”。 是民间故事中为避灾免祸，让美女化为老妪的一种变身道具。我们假设，在一个女校的班上，如果有位相貌身材如藤原纪香一般出类拔萃的女生，女性分数极高，那么当然她会成为班上女生羡慕嫉妒的对象，同时也会被众人嘲讽欺负吧。在女人的世界里，季香如果平安无事的幸存了下来。 其理由应该是，她既拥有迷人的美貌和身材，同时又能扮演让人恨不起来的笨拙滑稽的天然呆的角色。比如和同学之间可能会有这样的对话：“季香，好羡慕你呀！将来你会当上模特吧？还能跟超级有钱人结婚呢？”说什么呀？我怎么可能？就在前几天。 我在车站的立食荞麦店里，颤着呼呼的大吃面条的时候，被班主任老师撞见了。你知道吗？那家伙的皮包里装着漫画周刊《少年 j a p 呢。我跟他做了个交易，不公开宣扬。所谓披上山老的假皮，就是能跟同学有这种对话，能把自己当做笑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无法在女校文化中生存下去。 女校文化的默契共识中隐含着这种规则，本来这是不能泄露给外面世界的。学业分数与女性分数常常不一致。不仅如此，在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中还发现，这两种分数之间存在着分裂相生的关系。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原本没有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经拥有生存下去的替代资源。 西蒙娜·波伏娃自述，她从小就被父母拿去与漂亮的妹妹相比，一直被教导：“像你这么难看的女孩，不好好学习还能怎么办？”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弥补；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的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对成绩好的女生。 他们嘲笑其女性资源的贫乏，挖苦他们是丑女，不懂男人；同时，他们自己积极地向时装、化妆品等女性资源投资。不过，女性分数不是靠自己挣来的，归根到底是被男人选择、由男人赋予的价值。所以，思春期的少女们走向性成熟的行为，越出学校文化的规范。 由此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早熟少女，却成为男人社会里始乱终弃的性的客体。除上述两种分数以外，女校文化中还有另一种被女人接受的分数。这种分数与以上两类又不相同。有的女生因为有股凛然的男子气，而成为全班英雄。 有的女生很会逗笑而招人喜欢，可是她们总有一天要毕业，离开女校之后，当年女校文化中的英雄会因不知在异性恋制度之下该如何举止而经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然后他们会痛切地懂得，被女人喜欢的女人绝不能得到男人的喜欢，山老甲皮就是让女人接受的变身道具。 因为女人绝不宽恕被男人喜欢的女人。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笑料。 与问题，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在《家庭的痕迹》一书中有对酒井顺子的“败犬的远吠”的评论，他诊断道，酒井将结婚这种男人的价值观置于最上位，表明败犬终归为一种羡慕男人的症候。我在对斋藤的那本书评里反驳了他，“败犬”一词显然是一种自嘲。 在同龄人口中，雄败犬比雌败犬数量更多，但是他们却保持沉默和不在场，不来参与这个败犬争论。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才是把结婚这个男人的价值观内在化了，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败犬症候。因为通过结婚选一个女人，将一个女人占为己有，是男性世界中的男人气的证明，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 一想扇完田真男的耳光。三十一岁，无业，愿望战争的言论。一月有名的赤木志宏，这位雄拜犬的希望，与上一代男人的极为保守的价值观一个样。只要有职业、有妻室便能满足。在我看来，男人同性社会性欲望的价值观，在年轻一代中并未消减。若能自嘲，败犬之称便成为一种笑料。 不能自嘲，败权就成为一个问题。笑料让人发笑，问题让人笑不起来。不但笑不起来，还很痛。没有人比中村更把自己称为痛的女人。不过，真的如她所言吗？购物狂、迷恋男招待、整容手术，甚至当应招女郎，这些被确认女性分数的让人抹泪的努力，在她身上成为一种商品化的表演。 在我看来，他的表演与有意过度表演女人味的变装皇后十分相似。他一边在异性恋的制度下表演着对女性分数的追求，可实际上他在意的完全只是女性读者的视线。变装皇后是一种男同性恋的女装策略，他们表演过度的引人发笑的女人味，使性别的虚构性成为笑料。中村亦如此。 他通过过度追求女性分数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角色。通过这种表演，他彻底的揭露了女人性别的虚构性，顺便也彻底的嘲弄了对这种虚构如自动机器一般发情的男人的欲望。当有人奉承你真漂亮，中村回答：“对，因为整过容。”听他这么说，一般人都会后退三分。他说。 把自己的脸折腾个遍，最终明白的是，不需对自己的脸负责了。他的结论实为拙见，相貌的美丑不属于自己，女人的性别由女装建构而成。中村与片装皇后一样，用自己的表演把这个现实展示出来，这不是笑料又是什么呢？周刊杂志《新潮四十五》这种男人媒体，给了中村一个指定席位。 这不过是意味着让男人可以从场外自由的窥视他的女校文化表演。可是中村的表演真正要传达的是：我其实是一点儿也没把你们放在眼里。那么真正痛的到底是哪一方呢？女校文化在媒体世界的深处静静扩展着领土疆域，三四十岁还自称女子的女人们。 无需男人的腐女文化，曾为男人视野死角的这片黑暗大陆，当有一天像那幻想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猛然浮出水面，显露于男人视野之中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呢？第十二章：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媒体的发情，谈论女性的厌女症。 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被杀事件是不能绕过的。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九日，在东京都涩谷区园山町一栋陈旧简陋的木结构灰泥公寓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发现了一具被饿死的女尸。死者生前为当街揽客的街娼，街娼，性工作中最底层、最廉价，也是最危险的一种。 据传，到最后，他卖身一次只要两千日元。这种女人葬身于犯罪多发的大都市中的一个角落，本来不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可是，当人们知道那个接昌的真实身份后，事件一变而为丑闻。死者毕业于庆应大学，任职于东京电力公司，并在公司里担任管理职位。也就是说，他白天是一流公司职员。 晚上去涩谷当街卖娼，随着死者的双重生活被揭秘，周刊杂志、电视娱乐频道等大众媒体为之沸腾。后来写出纪实报告《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的纪实作家佐野真一称这一现象为“媒体发情”，媒体对被害女性个人隐私的大肆暴露，无疑对死者的再度凌辱。最后，在死者家属悲痛的请求下。 这场发情才终于收场，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停息了，但东电女职员事件依然让人牵挂。不少使者和女性对这个事件保持了持久而深入的关注。上文提到的佐野为此写出纪实报告《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该书出版后，在女性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之强烈，令著者大为吃惊。他收到许多读者来信。 信中内容多为痛切的表达，这个事件不是与己无关的事。这些来信成为契机，佐野又写了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二部书《东电女职员郑厚群》。另外有多位使者对这个事件发表过见解，据我目力所及，如心理学者小仓千佳子、精神科医生斋藤学、香山李佳及斋藤环、心理咨询师信田佐余子等。 作家桐下野生则以事件为原型，写出包括上下两卷的长篇小说《异常》。中村雾萨吉在他的《我之病》一书中，为此用去整整一章的篇幅。这个事件中包含的诸种因素，抓住了许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心，引发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澜。心理学者小仓千家子说：“他听到一位女性编辑声嘶力竭的大叫。” 东电女职员就是我，很多女性被这个事件触动，心情复杂，无法平静，难以言表。他们视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些女性从事件中感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来解一下这个谜。迄今为止的各种解释都有让我赞同之处，但也都有让我感觉不对的地方。我一直就想把自己的异样感的理由找出来。 东电女职员内心深处的黑洞。昨夜真一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主要内容如书名所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东电女职员卖昌事件，另一部分是杀人事件。该书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领女性走向卖昌的心理动机，进入后半部分后，焦点转换为追踪杀人嫌疑犯。 尼泊尔男性的背景和事件的审判过程，因此，如果因关注东电女职员卖昌事件而打开这本书，会感觉期待落空。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一点，该书最后一章为佐野与斋藤学的采访，他请精神科医生来解释东电女职员之谜。从这份采访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佐野在坦诚自己对女人一窍不通。 该书的序篇《东电女职员症候群》主要介绍前作出版后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佐野实际采访过其中几位，但他的感慨仅止于有那么多女性对东电女职员表示同情的惊讶。这位男作家没有更深一步去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起初看到佐野的书出版时，我就对由男性纪实作家来调查这个事件颇感怀疑。 书读了以后，谜不但没被解开，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本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他的这本书结果成了对冤案事件的追究。顺便说一句，佐野在书中称被害女职员为 “OL”，这是不确切的。“OL” 为日式英语 “office lady” 的略语，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使用。 用来取代原有的 BG 一词，BG 因含女人的生意及夜里的工作之意而被人们逐渐回避。当时无论是 BG 还是 OL，在公司里都处于男职员的辅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复印等杂物。不管年龄多大，都被当作女孩子。被害人 A 子，一九八零年大学毕业，是东京电力公司录用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职员。 昨夜称她为精英 OL，可精英与 OL 的组合本身是自我矛盾的。她死时三十九岁，年薪应该超过了一千万日元。这样的女性职员绝不能说是普通的 OL。政府开始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是在一九八五年。A 子进公司时，虽然这个法案尚未出台。 但部分大公司已经开始试验性的录用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女生为管理职位候选人。A 子的父亲亦供职于东京电力公司，为该公司的精英职员。本应顺利的往上晋升，却在 A 子大学二年级时患疾病去世，年仅稍过五十。对父亲怀有敬意的女儿，在父亲生前的公司中就了职。 我们可以猜想，其中或许有王父部下出于私情的暗中相助。A 子的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家住山并区的一栋小洋楼，这是一个富裕的高学历中产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大学毕业后当上公司职员。父亲去世后，家中虽然只有三个女人，但没有任何经济困难。 毕业于一流大学、供职在一流公司的高学历女性，没有任何经济困难的迹象，却主动选择接昌这种最低层的女人的工作，而且地点是在圆山厅。据周围人的证言，她以两万至五千日元不等的低廉价格接客，把每笔收入一丝不苟的记在记事本上，常在方便店买关东煮和罐装啤酒充饥，过得很吝啬。 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对一些人是谜，对另一些人则不是谜。后者就是在心中大叫“东电女职员就是我”的那些人。或许应该说，他们心中有同样的一个谜。下面让我们依据佐野的计时报告，再稍稍详细的追溯一下东电女职员的背景。A 子在二十岁左右时患过厌食症，三十九岁死去时。 枯瘦如柴。当他站在圆山厅的街边时，总是戴假发、化浓妆、穿大衣。有男客甚至因为他脱衣后的裸体过于皮包骨头而被吓跑。大学二年级时，一家顶梁柱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女，责任感极强的他一心想着要由自己来支撑这个家。他进了与父亲同一个公司，向周围发誓一定好好工作。 绝不玷污父亲的名声。长女被寄予期待，考入一流大学的她，正是一个父亲的女儿。作为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初期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她和男职员一样努力工作，毫不逊色。她投到一家财经专业杂志的论文被刊载并获奖，作为经济学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可是，在他之前。 办公室的女性只有一般事务员及所谓的 OL。作为女性，她不能被特殊对待，照样要给男职员端茶。据说，轮到她值班端茶的时候，茶杯常被打碎，因为她洗茶杯不是一个一个的洗，而是在水桶装满水，把茶杯全部丢进去，然后使劲的摇水桶，结果杯子被摇出桶外，打碎了不少。从这个洗茶杯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极不情愿，感觉到他的不满。明明不是该我做的事。作为管理职位候选人被录用的女职员们，初进公司时因引人注目而被大肆宣传，可有许多报告表明，当时工作现场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们而苦恼。平等法实施后的第一代女职员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言。 工作现场的困惑是：对这些管理职位候选人，是应该把他们与迄今为止的女孩子同样对待呢，还是应该视为异形的男职员？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由于他们的录用条件和工资与男职员完全同等。 所以，举止投足都被过度关注，周围的期待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他们还得和其他一般事务女职员处好关系。比如，有的公司有个惯例，女职员轮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办公室的桌子都擦干净。那么，管理职位的女职员是否也应加入轮班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让加入，她会在女职员中显得孤立。 如果让加入，本人又可能会有不满。总之，在尚未适应女性管理职位的旧式办公室里，他们是需要小心翼翼的、特殊对待的易碎品。同时，由于他们分散在各个部门，在所属部门是绝对少数，显得相当孤立。有证言说，A 子在办公室里很孤立，这未必仅仅是由于他的个人性格的特殊。在这个时期。 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录用为管理职位的女性，由于太大的压力和不恰当的待遇而幻灭，最后丢掉优厚待遇辞职而去的势力不胜枚举。他们担心自己成为让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担男人的责任和女人的负担，结果是再也干不下去了。一九八八年，A 子三十岁，被调往属于东电系列的一家调查公司。 他调任的那家公司与同期男职员的工作部门相比，差了一个等级，这显示出公司对他的评价。那时，他已被上司认作难用的职员。在调去的公司里，来自大企业客户的职员通常是被当做客人来对待，他在这里也被视为难用的易碎品。据说，由于追求完美、一丝不苟的性格。 他会不客气的指出上司及同事的报告书的错误，因此遭众人讨厌。在分公司工作三年后，他又回到东电公司。一九九三年就任经济调查室副市长，成为管理人员。与 A 子同期进东电的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一共有九位，到那时尚未辞职的当上管理职位的，除 A 子以外，一个也没有。 A 子进公司后，最初被分配到的部门就是计划部调查科，将女性安排到调查部门，表明了大企业对女性管理职位的态度，即女性终究只是后勤人员。与被派往现场部门的男职员不同，公司给他们准备了面向女性的指定席位。根据佐野的报告，A 子开始夜里的工作是在调回公司半年左右之后。 他先当俱乐部的女招待，然后在涩谷做娼妓，起初还接一些貌似绅士的客人。他的笔记本里有回头客的名单和联络方式，价格为一次两万至三万日元，在当时的涩谷，这是接近一般行情的价格。当高中生进入卖娼行业后，娼妓日益低龄化，那时穿制服的高中生标价更高。 A 子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按时下班去方便店买关东煮充饥后，化浓妆、穿大衣，站在圆山厅街头。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接客四位，接客人数和金额详细记在记事本上。零钞攒满一万日元后，便去换成整票。他很在意金额数字，但并不挥霍浪费。疲累之后，坐电车回山病区的家。 有人看见他在电车里狼吞虎咽的啃从方便店买来的面包。夜里的工作逐渐侵蚀到白天的工作，他上班时化的妆越来越浓，服装越来越怪异。不知是由于太过辛劳，还是厌食症复发，他受到病态的程度。他在公司里的孤立越来越深，周围的人们也开始感觉到了他的异常。本来能每天按时下班。 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在公司没有自己的位置。三十多岁，正是工作上轨道的年龄；若是男人，应当正直，在公司努力工作、竞争成功的时期。三十九岁，正是作为女人的消费期限快要过期的年龄。他在这个时候遇害，仿佛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其实，即使他不被杀，在不少人眼中。 他的那种生活也等于慢性自杀。A 子尸体被发现的圆山厅的那个破旧公寓，成了女职员们的圣地。在那之后好几年里，那里的鲜花不曾断过。男人们的解释：佐野在解释东电女职员的卖娼行为时，用的关键概念是堕落。 可是，用“沦落的女人”来称呼走上卖娼之路的女人，实在过于陈腐。佐野说她身败名裂、沦落陋巷，可事实上，她并未因生活困窘而落入社会最底层。她既未因双重生活的丑闻曝光而受到社会制裁，也没因此而失去职业。即便被公司知道了，只要不是触及法律的行为，公司也不能把她解雇。 尤其像他那种个体经营的娼妓，并未加入有组织的营业，只要一口咬定是自由恋爱，最终总能逃脱。佐野用“堕落”一词，是基于一种长久以来的旧式思维，即女人出卖自己的性是有悖人伦的行为。同时，“堕落”一词还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文中写道。 丢掉东电女职员的假面，变身而为夜鹰的 A 子，让我想起板口安吾在《堕落论》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在正确的堕落的道路上彻底的堕落，必须堕落到底，从而发现自己，拯救自己。我竟有些感动了。他的堕落之路太笔直，太专一，那种怪物般的纯粹，甚至闪烁着神圣的光彩。 我的心为之难以形容的颤抖起来。佐野在这里竟然启用“夜莺”一词，很是意外，因为这个词相当陈旧，有种时代错误之感。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称她为堕落剩女的佐野的心态，在他的那种精神构造中，不但有种沉浮的二十世纪末的通过性来寻求救济和解脱的浪漫主义情怀。 还有种男人对抹大拉的玛丽亚的向往憧憬，所谓抹大拉的玛丽亚，是指为让男人满足欲望，仅收极低报酬的那种娼妓。据说还有男性杂志将她誉为满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丽亚，那只能说是男人的自以为是。素水游记子指出，一方面媒体为东电女职员事件发情。 同时，男性与女性反应落差如此之大的事件，至今不曾有过。佐野放弃了理解东电女职员内心深处的黑洞的尝试，他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精神科医生斋藤学。斋藤提出了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敬爱父亲，也被父亲期待的优秀的长女，成为父亲的女儿。 大学时代，失去父亲的长女与父亲同化，意欲代替父亲承担家长的责任。他的自负，让他对本应为庇护者的无能的母亲投以轻蔑的目光。于是，母亲渐渐疏远傲慢的长女，溺爱妹妹，排斥姐姐。在那个家里，长女日渐失去自己的位置。斋藤分析道：“因执着而强烈的依恋父亲。” 意欲代替父亲做一个男人，这使他变得憎恨自己的身体，对身体产生一种近似复仇的情绪。斋藤称之为“自我惩罚愿望”。自我惩罚，同时也就是对母亲的惩罚。当街卖娼后，还每晚必定回到母亲和妹妹起居的家中，这是突现母亲的社会性无能的极好方式。因此，他的卖娼行为。 可以视为对母亲和妹妹两人联盟的攻击，自己与王父合为一体，本应是男人联盟，身体却成了障碍。卖唱的行为既可以欺负母亲，又能摧残自己的身体。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容易将一切现象都归因于家庭关系，将所有因素都还原在父亲、母亲、女儿等家庭角色的范畴之中。 反而会使性别要素成为盲点。斋藤将自发的麦昌解释为自我惩罚的自伤行为，这与对卖昌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种解释一直停留在家庭关系之中：被父亲溺爱、期待的女儿，欲求与父亲的同化，但父亲的女儿终究只是女儿，不是儿子。 当女儿知道自己只能成为不完整的父亲时，便转而惩罚妨碍了与父亲同化的女性身体。这时，卖昌是一种自罚；相反，被父亲支配、憎恶父亲的女儿，则通过主动玷污本应属于父亲的身体来实现对父亲的背叛和报复。这时，卖昌便成为他罚。可是，无论自罚还是他罚。 女儿都只能通过自伤行为来达成。父亲的女儿虽然厌恶母亲的无能与依赖，但因为有一个与母亲同样的身体，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分离。女儿懂得母亲对丈夫的依赖建立在母亲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之上。看破母亲隐蔽的欲望的女儿，冒着犯禁的危险，带着嘲讽的意味。 去代替实现母亲的欲望，这同时也是对母亲的报复。素水游纪子在对九十年代卖昌少女的分析中，就是这样去解读背后潜藏的两代女性的性压抑。在家庭中处于最弱者地位的女儿，其攻击并不直接指向强者父母亲，弱者的攻击只是指向自己的身体。 因为身体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领地。相反，儿子的攻击性通常表现为更单纯的他法或对他者的伤害，两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自己身体如扔进阴水沟一般交给男人的越轨行为，便可被解释为与厌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质的自伤行为。 被两种价值观割裂的女人们，在对东电女职员的理解中，导入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竞争与嫉妒的视角的是作家桐野夏生。他的长篇小说《异常》有上下两卷，从事件发生四年后的二零零一年开始，在周刊文春上连载，前后长达一年半。对这个男性与女性反应落差极大的事件。 女作家终于来展开想象力了，这让读者非常期待。主人公我和百合子是一对混血姐妹，小一岁的妹妹百合子拥有像西洋人一样的怪物般的美貌，而姐姐我只有一张平庸的东洋人面孔。这部小说的叙述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容貌。 表明作者很强烈的意识到美丑给女人带来的巨大差异。小说将两人设定为姐妹，这暗示着我与百合子互为分身。此外，还有一个登场人物，即姐妹俩女校时代的同学何慧。卖昌的百合子成为杀人事件的被害者，其后本为一流公司职员的何慧也被发现在卖昌。 也成为杀人事件的被害人。我们可以看出，何慧是直接以东电女职员为原型。故事的讲述人我，一边对比截然相反的百合子与何慧。同时自己也被卷入同样的命运，这使他成为不可信赖的讲述人。由此，读者不但能读到我的评述，也能交替的读到何慧与百合子的第一人称独白。 从而获得对这个事件的富有临场感的多方位把握。桐野的前著《Out》，描写几位钟点工主妇杀人分尸的过程，带给人强烈的冲击。可是这部试图重现东电女职员事件的作品，却很难说是成功。在我看来，用恶魔般的美貌这种修辞来形容登场人物的容貌，作为小说就已经失败了。 不仅如此，每个登场角色如同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全按作者给定的初期条件展开行动，完全不出预料。这种写法应称为预言。作为小说，则魅力大减。所以，虽然确为一部长篇力作，但我却有期待落空之感。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不时可见一些直接的标语口号式的语句。 从中传达出作者的本意，或许这部作品可称为一种思辨小说，但假如那样，实在没必要让人去读那么长的故事。在登场人物中，与东电女职员最相似的是何慧。何慧毕业于以成绩优秀而闻名的名牌私立大学，是一流公司的职员。他有如下独白：“我要取胜，取胜。” 取胜，要当第一，要被尊敬，要让每个人都佩服。和慧的竞争意识表现为要争第一的第一名病，他特别在意同期进入公司的东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女职员，这一点颇具象征性。患第一名病的，通常并非真正的第一，而总是第二。意识到自己既非一流。 一非三流，实为二流的人，内心深处的第一名病会更加强烈。何慧视为对手的东京大学毕业的女职员，行为举止得体自然，无懈可击，两人形成鲜明对照。何慧从女校时代就一直为争第一而奋斗，她的自负使她对脸蛋漂亮但学业不佳的同学百合子投以轻蔑的目光。 可是，作家借讲述人我之口断言：对女孩子来说，外貌能在相当程度上压倒他人。不管怎么聪明，怎么有才，那种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对漂亮的女孩子，凭头脑和才能是绝对赢不了的。本来，在设定为姐妹的我与百合子之间，我的败北早已注定。有一个美貌的妹妹。 姐姐在家里总是被拿来与妹妹相比，在这种姐妹关系中长大，姐姐心中只有强烈的憎恨和嫉妒。讲述人我成为一种恶意的化身，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要亲眼看到美貌的最终彻底败北，因为所谓美貌就是让男人发情、由男人估价的女人价值的别名。在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中。 我谈到，女人需要具备两种价值：被女人接受的价值和被男人接受的价值，而这两者不能两立。同时，在第九章《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中，我又说到，尽管不能两立，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女人的两种价值——自己挣来的和被他人赋予的——都是必须，仅有一种是不够的。在异常中。 我和百合子升入私立名门女校，小说描写了姐妹俩在这个封闭空间里与同学之间展开的令人窒息的嫉妒和争执。何慧则作为在那个集团中的一位选手登场。在名门女校，女人的两种价值看似能实现，却又不尽然。这个场所的设定十分微妙。百合子与何慧。 都是从外部升入这所名校的学生，进到一所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良家女校的外部生，不可能不对内部生抱有羡慕和怨叹。女人脱离出身阶级的办法有两个：美貌或学业。可是，即使拥有压倒他人的美貌为武器，依然无法跨越阶级的隔阂。 名流富人之妻，是因为本来就出身于名流富人之家，才成为名流富人之妻的。只拥有美貌资源的女人，表面看来是在利用男人，可最终只是被男人们彻底蹂躏，然后死掉。另一个武器，学业又如何呢？学业能决定在集团中的序列名次，只是在女校这种牧歌般的封闭空间之内。 一旦走出这个女人集团一步，男人的视线便如物体的重力一般无所不在，弥漫于整个空间。成绩好便能上好学校，上了好学校就意味着社会性成功。这条道路只对男人有效。小说中的何慧靠学历和父亲的人脉进了一流企业，可是等在她面前的是为女人准备的二流之路。 在女人专用的指定席位上，和会彻底的体会到作为一个职业人在事业上的挫败感。使她更受打击的是被人侮辱，作为女人更没价值。过着与中年男人并无两样的生活的她，内心比中年男人更悲惨、更可怜。小说中写道：“她想在繁华的银座大街中心高喊：‘谁来招呼我？约我？’” 求求你们跟我说句温柔的话，说说我漂亮，说我可爱，低声的说，去喝杯咖啡吧，约我下次两人单独见一面吧。何慧的独白，我引用了两处，该书下卷的正文里用黑体字印刷的也只有这两个地方。这种表达包括文字和用黑体字强调的方式，实在过于直白。 让人只想把脸扭开。还有一处黑体字的地方是这样的：“我要赢，要赢，要赢，要得第一，要被人称赞是个好女人，被人说能认识那个女人真荣幸。”众多论者用种种话语来谈论现代女性的割裂状态，一言尽之，就是上面两种欲望。平等法之后的女人。 必须取得作为个人的成功和作为女人的成功。若没将两者都实现，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成人女性。第十三章：东店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二。想当娼妓的女人，想当娼妓的女人，世上一定有很多想趁身体值钱时卖个好价赚一笔的人。 想用自己的身体去确认性之无意义的人，因过度自卑想通过对男人有用来确认自我价值的人，为狂野的自毁冲动所驱使的人，成为娼妓的理由千千万，有多少个女人就有多少种理由。桐野夏生在以东电女职员事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中这么说：“东电女职员年薪达一千万日元。” 夜里却站在涩谷街头贱卖自己的信，要不要干？一次五千日元。要是对方说没钱，可以降价，只要两千。据说他很吝啬，每日收支详细记在记事本上，但我们很难相信他是为了钱。在一九八零年代的涩谷，通过电话俱乐部的卖唱，行情价为三万日元，高中生更贵，一晚达五万日元。那是一个男人。 对，像条金枪鱼躺在床上，什么技巧也没有的少女身体，也愿花五万日元的时代，东电女职员给自己标的价格不是太贱了吗？在《东电女职员症候群》一书中，对 A 子以两千日元的低价卖娼一事，佐野介绍了一位女性读者的解释：那是 A 子在给男人标价。 这位女读者目光如炬，直抵核心，一言道出我心中朦胧的想法。佐野用这个问题去问精神科医生斋藤学，引出斋藤确为有意思的看法的回答。可那之后，两人的对话换了焦点，话题转到别的方向去了。在佐野书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完全没有再深入下去。是 A 子在给男人标价。 这种说法可能需要我给读者稍加解说。人们多会认为卖娼的金额是娼妓被标的价，可是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支付的金钱也是男人对自己的买娼行为所标的价。付给 A 子五千日元的男人，不但给 A 子的性标价五千，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五千的价。 对想得到满足，想到那个地步的男人，可怜的性欲，A 子标了五千日元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为了性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女人到了如此地步的男人的敏笑。对于不付钱的男人，昌妓绝不让他们干，即使是如同扔进阴水沟的性，也不是无偿的。乔凡娜·弗兰卡。 克拉斯科塔在《爱的劳动》一书中尖锐的指出，妻子的性是无偿劳动。与不能对丈夫说不的妻子们相比，绝不白白的让人们干的娼妓，是拒绝男人剥削的有尊严的独立之人。这时，娼妓给自己标的价，同时也就是给男人标的价。你要不甩出这么多钞票来打我的脸，你就别想随便把我怎么样。性的价格。 对娼妓和对嫖客意义不同。对于把自己的性不断降价，以致不要钱，谁都可以白干的女人，男人社会一边轻蔑，一边又把她们圣化为满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利亚，不拒绝任何男人的女人，男人们不禁要赞颂为自堕地狱以拯救男人的玛利亚。 即使女人一方一丁点儿也没有那种意图，男人们也要将对自己性欲的负罪感反过来投射到女人身上，给自己找借口。圣处女玛利亚的反面就是娼妓抹大拉的玛利亚，两者共有一个玛利亚之名，不是偶然的吧？男人把女人分为用于生殖的女人和用于快乐的女人，这种性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让男人自身也陷入困境。 女人给男人标的价。如果女人的性被不断降价，女人就被抹去了一切附加价值，成为一个女性性器官。化浓妆、穿风衣的 A 子脱衣裸体之后，身高一米六九，体重四十四公斤，这具因厌食症而瘦骨伶仃的身体，甚至把男客吓得后退。即便如此，男客还是干完事付钱给他。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还原成一个女性性器官。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着别的女人，或者干脆抱一种虐待狂心态，就算把自己的手换成娼妓的阴道，男人也能射精。二战时的军队慰安所被士兵们称为“逼屋”，朝鲜慰安妇的地方被称为“朝鲜逼屋”，中国慰安妇的地方被称为“支那逼屋”。 据说“逼”在中文里是指女性性器官的俗语，不知是否可信。那里不像妓院，不要求女人有性技。女人只是一个性器官，把前一个男人的精液冲洗之后躺在那里就够了。慰安妇被剥夺了一切人格，仅仅只是一个性器官。“逼物一词传达出战场的残酷。在那种时候，男人同样也被还原成了一个男性性器官。 什么是卖唱的价格？由于是男人付钱给女人，所以人们错以为是男人给女人标的价。可正如那位女性读者看破的那样，那是女人给男人标的价。懂得了这一点，许多谜便会迎刃而解。将自己标高价出售的女人，是承认买自己的男人与有那个价格相当的价值；把自己廉价贱卖的女人，则是认定男人只有那个价。 不要钱跟谁都干的女人，等于把自己身体扔进阴水沟。他们以此来验证男人的性欲，也就是扔进阴水沟一般的东西。不要钱的女人宣告男人的性欲一文不值；要两千日元的宣告只值两千；要五千日元的宣告就值五千。女人要钱，是在宣告：若不出钱，你连自己的性欲也满足不了。 女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可怜的男人雪上加霜的狠击。桐野借小说中一位主人公之口说：“女人卖身的理由只有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仇恨。把变丑的自己暴露出来，让男人来买，向自己，向这个世界复仇。其实，毋需使用‘这个世界’之类的委婉表达，直接说男人就够了。”昌妓憎恶男人。 同时，男人也不能不憎恶娼妓，两种憎恶性质不同。童野还让一位主人公说：“男人其实憎恨卖身的女人，卖身女人也憎恨买自己的男人。”一面将女人还原为性器官，一面又不得不依赖女人来满足欲望。对男人性欲的这种作茧自缚的构造，最诅咒的是男人自己吧。 这种构造中包含了男性厌女症的所有不解之谜，让我们再次想起畸形纯之界，深深的依赖女人，同时又为此而不能不憎恶女人的男人，就是被误解为喜欢女人的厌女症的男人们。男人们将这种作茧自缚的诅咒发泄在娼妓身上，一边彻底的利用他们，可又不能公然承认他们的存在，侮辱他们，厌恶他们。 男人心中暗暗承认娼妓为必要之恶，可为了让自己看不到不想看的东西，又想将之隐藏起来。对男人来说，买娼行为，包括慰安妇制度，似乎是一件让他们自己颇感尴尬的事。他们明明知道娼妓只是为了钱才与自己性交，可又偏偏想用钱去买本来用钱买不到的女人的情。 娼妓的不幸身世不过是太常见的一种技巧而已。职业娼妓在性之外加上故事，就是为了提高性的附加价值。游阔春楼的达人就是自我矛盾的，想要用钱去买娼妓的真情。碾熟此道者，乃专业的女招待或男招待、名流富人们，或者叫高级应招女郎，或者用钱买女模特女艺人。 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视为他们给自己性欲所标的价，就很好理解了。他们通过显示“我只对带有附加价值的女人发情”，来向自己证明自己的性欲与那些不花钱的性欲不一样。女人一方就更好理解了，想把自己高价出售，不管是终身契约还是一次性消费，价值一样。想嫁名流富人的女人是高估了男人赋予给女人的价值。 正因为他们高估了，所以即使遇到家庭暴力，也不会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他们害怕，一旦退出那个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据说，衡量男人成功的一个社会指标是拥有美人妻。其实，更准确的说，是花钱的妻子。这是男人为了夸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满足的，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这么多钱来维修保善。 在美国，这被称为“花瓶期”，是胜利的奖赏。于是，富人妻要孜孜不倦地花钱美容、保养、着装，因为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她是与丈夫匹配的女人，给丈夫赋予价值的是她自己。一次性消费单价很高的女人也是同样道理，将自己高价出售，就是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给女人的价值。 他们要显示，我可不是把自己贱卖的女人。不管男人支付的是现金、昂贵名牌，还是法国大菜，性质一样。他们从中体会让男人为自己掏腰包的快感。这种行为就是通过男人给自己出的价格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反言之，是女人自己给了男人那个价。 作为动机词汇的性的认可，少女卖昌能获取高额报酬。作为娼妓，那种高报酬与他们的身份不相符。少女们不过只是年轻，他们的身体缺乏成熟丰富的性经验，他们的年龄还不懂性爱技巧及恋爱计谋。少女卖昌被称为“援助交际”，这个叫法不过是十多岁少女不属于一个特定机构、自由独立的卖昌的委婉表达。 《少女民俗学》一书的作者大冢英治指出，十多岁的少女身体之所以被赋予特殊的附加价值，是因为那是禁止使用的身体。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成熟，但作为社会伦理，其身体被禁止使用。这种身体的拥有者就是初高中的在校女生。在首都圈，给这种身体更添一层附加价值的是名门女校的制服。 因冒犯禁忌而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少女卖昌高出平均市价的那份差额。宫台真司以卖昌少女为研究调查对象，他发现了一个事实：少女的附加价值仅限于首都圈，是一种地方性价值。他发现，在青森县通过电话俱乐部的卖昌，十多岁少女的价格与白领女职员及主妇处,处于同一水准之内，这意味着。 在日本农村地区，初次性体验的年龄相对较低，对十多岁少女的性的中产阶级禁忌也相对较弱，所以少女处于十多岁年龄段的事实并不具备附加价值。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性是带有阶级色彩的，禁止使用的身体本身是近代教育体制带来的结果。少女们很明白，这个价值不会持久。 公台的实地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是，对少女们来说，卖昌并非例外的越轨行为。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能加入其中，伦理障碍很低。这等于是说，你的女儿或许在卖昌。公台的这个发现足以煽动老爸们的惶恐。对这个研究，荣格派心理学者和和损雄说，少女卖昌会损伤心灵。 公台反驳他，卖昌不会损伤心灵，仿佛是知道公台与和和之间这场近似儿戏的争论似的。同野小说《异常中》中有一段卖昌的高中生百合子与老师的对话。木岛老师教育百合子：“你的灵魂被玷污了。”百合子反论：“灵魂怎么会因卖昌就被玷污了呢？”关于少女卖昌的动机，公台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性的认可，他说，在家庭和学校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少女，从男人对自己的需求中获得了在家庭和学校未能得到的认可承认。前面我提到过，桐也说的成为娼妓的种种理由，宫太指出的少女卖娼的动机，符合其中的以下两项：想趁身体值钱时卖个好价赚一笔；因过度自卑，想通过对男人有用来确认自我价值。 顺便说明一下，在本章开头的引文中，记载那段话之后的一句，我有意没有引用。那句话是“或者基于一种助人精神”，这种说法可笑荒谬之至，想必童野本人也感到有些不妥吧。所以他好像是顺带想起来似的，在举例的数种理由的最后，又加上“或者”一词，才添了这一条。 如果此处所住之人是指嫖客的话，肯定没有怀着助人精神去卖娼的女人。也许会有因为兄弟、父母、恋人的生病或负债而卖娼的人，那是用金钱来帮助他人，并不意味着卖娼本身为助人之举。因男人乃生财之道，女人才会卖娼，为哀怜男人的性欲而献出身体的女人，所谓变身娼家的菩萨。 仅只存在于男人的幻想之中。所谓娼家，当然即性病的暗语。由此重新去看童野所说的成为娼妓的种种理由，便会发现那全是男人视角的解释的变种。对佐野的解释提出异议的女性读者，先指出佐野是站在男人一方的看法，其实不是那样的。然后他提出了是 A 子在给男人标价的解释。 关于少女们表白的卖娼动机，公台进行了如下分析：卖娼的少女在回答采访时，会提供种种说明动机的词汇。如果成年人简单的相信他们表白的想买名牌货、想要更多的零用钱等拜金主义动机，而忧虑被消费社会毒害了的少女们，那不过是中了他们的策略。他们之所以表白拜金主义的动机。 是因为这个动机为成人所共有，于是他们便向成人提供这个易于得到理解的动机词汇。他们的目的是因为那种表白会让对方自以为懂得，从而可以不把自己的内心更多的暴露给陌生人。对于公台至此为止的解释，我很赞同。可问题是在那之后，面对公台的要求，用性的认可的词汇来说明动机的少女们。 为什么就能说不是应对眼前这个男人的一种策略呢？想以性的认可来解释少女卖唱动机的，到底是谁呢？是向寻求性的认可的少女们给予认可的男人们？对女人的存在给予认可的总是男人。从性的认可的解释中，最能得到安慰的，应该是对很多卖唱少女给予了认可的公台本人吧。 我一直无法忘记一位有过少女期卖娼经历的女性的话：受到养父的性侵犯后被迫卖娼的她，断然地说：“从男人那里拿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你可以任意摆弄我的身体的，只是在付了钱的这点时间之内。”这位女性通过拿钱的行为宣告自己的身体除了自己以外，绝不属于任何他人。这个动机与所谓的性的认可完全无缘。 买娼卖娼的营业，买娼卖娼的营业，如果没有男人不择对象这个前提条件，不可能成立。不择对象的不是女人，是男人。为此，男人一方必须具备的性欲机制是抹去女人的个体差异，如恋物癖一般，仅对女性符号便能发情。 正因为男人的性欲对迷你裙、裸体甚至性器官等片段的肢体部位也能发生条件反射，性买卖才得以成立。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的性欲就像被称为兽欲一般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男人的性欲是如此被条件规定了的文化产物。买娼的男人买的不是女人，而是女人这个符号。 正因为男人是在对符号发情、对符号射精，所以买娼才是自卫行为之一种。那么卖娼的女人卖的又是什么呢？卖的是成为物品的自己。通过成为物品，女人将向物品射精的男人解体，还原为仅仅的性欲。由此，男人憎恶娼妓，娼妓轻蔑嫖客。 女人的存在价值。中村雾萨吉在我之病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谈东电女职员之病，其中有一句：“不能刺激我的欲望的女人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句话把男人对女人的性的认可表达的简要精到，无懈可击。不可爱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 平胸的女人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这种句式可以无限的写下去，无论代入什么词，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简要的命题：不能刺激男人欲望的女人不是女人。这也可以换为另一种单纯之至的命题：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 由此看来，小仓千佳子在《性的心理学》一书中对女人思春期所下的定义堪称名言。他说：“所谓思春期，便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并非自身之物，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成为女人，与年龄无关。当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女人就不是女人了。” 这个命题的过于直白易懂，几乎令我昏倒。正如中村所言，这个命题还可以衍生出无数版本：女人穿迷你裙来刺激我的欲望，真不像话；丑女不能刺激我的欲望，实在没趣等等。明明这一切都是男人的独角戏，却将责任转嫁到女人身上，正像性骚扰男人的辩解，是他引诱我的。 因为过度追求性的认可，中村成了变装皇后。变装皇后实为一种戏仿策略，通过过度表演，作为男人欲望对象的女人，将舞台背后的机制全都暴露出来。中村说，他因为痛切的渴望被男人需求，不被男人需求，自己就没有下肢。他最终做出的冒险之举，是志愿去当上门服务的娼妓。 不过，他的行为总让人感觉是一种演技，这可能是因为其中有种变装皇后的因素。在作家中村的身上，有种冷静透彻的导演的视线，仿佛是那个导演在对他进行演技指导。中村在《卖身女人》一文中说：“我卖身的动机是想在成为男人性欲望对象的问题上确保自身的主体性，在卖身的女人中。” 会有与我同样动机的人吧，他推测东电女职员或许就是那种类型的娼妓。东电女职员通过自主的个体卖唱，实现了对将性客体角色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人们的报复。他由此体味到一种胜利感，这就是让他沉迷上瘾的那种恍惚的真相。这是用了一张篇幅来谈东电女职员的中村的解释。 这不是男人视角的解释，是站在女人立场的解释。通过自主地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女人想达成什么呢？当然，就是将男人还原为仅仅的性欲、仅仅的性器官。正如男人对女人所为，将男人之所为反转回击过去。由此，女人舍身实现对男人的复仇，买娼使男人憎恶女人。 卖唱让女人轻蔑男人，女人的割裂，男人的悖论。酒井顺子在《拜犬的远吠》一书中告诉我们，女人有两种价值：自己挣来的和别人给予的，只有一种是不充分的。在这两种价值中，后一种似乎被认为高于前一种。东电女职员就是处在被这两种价值割裂的状态之中。 这种割裂，即使不是东电女职员，男女雇佣平等法之后的女人都体验过的吧。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两种价值不都是被男人认可的价值的别名吗？作为父亲的女儿，A 子想像男人一样在公司里出人头地，希望被称为女强人；同时，她又渴望像个女人，作为性欲对象被男人选上。无论她的哪一种欲望。 男人都处于给予认可者的位置，而给予认可者自身的悖论，则是对寻求认可者的深刻而无奈的依赖。男人们因为对这个悖论懂得彻底而憎恨女人，所谓艳女症，不就是男人的这种憎恨的代名词吗？